好，谢谢。你好。来，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秘书先读。本日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之第六案，审查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委员郑天才等十九人，委员陈莹等二十二人，委员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廖国栋等十八人，委员廖国栋等十六人，分别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先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哈。原住民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江毅，然后常务主任委员钟兴华，在路上，哦，好，综合规划处处长王处长，教育文化处陈处长，社会福利处李处长，经济发展处王处长，公共建设处阿浪处长，土地管理处杜章处长，主计处主任李主任，原住民文化发展中心王主任，交通部路政司检任技师胡检任技师，可以坐到前面来，不要坐到后面，前面有位置啊，都坐满了，好，那什么？哦，他们排在那里啊？太多了。哦，今天这样算很多吗？很多，隔壁有单位。啊？隔壁还有人。哦，真的哦。哦，好。邮电司检任计政，好、哦、好。那经济部水利署副总工程师，张副总工程师在哪里？哦，在那边哈、哦，好。矿务局林组长。台湾电力公司徐副处长，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李专门委员，哦，也是到后面去了。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的陈专门委员，好，哦，这还有农委会林务局的保育组的管组长，造林生产组的李科长，好，渔业署渔政组的施组长。内政部地政司司副司长，营建署综合计划组的林副组长，国家公园组的詹组长，国民住宅组的陈副组长，检政署保安组的李组长，国防部军备局的工程营产处的李专门委员。教育部高教师的梁专门委员，文化部综合规划师的李专门委员，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师的严专门委员，国民健康署的林研究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综合计划处的郭专门委员，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会的刘检任计政，科技部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司的洪司长，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的陈专门委员，行政院研能会的检任计政陈检任计政，国家发展委员会的谢专门委员，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的吴组长，海巡署的林视察，法务部法制司的蔡检察官。好，那我们现在先进行提案说明，我们先请郑委员天才提案说明。他刚不是在吗？哦，好，来请。主席，各位委员，我们原民会的各位同仁，根据103年的统计，都会区
一般的国人住宅的自由率83.05%，而原住民在都会区住宅的自由率只有57.8%，也就是原住民族的在都会区的住宅自由率跟一般国人是少了25.25%。那我们在都会区的人口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达到整个原住民人口的45%以上，而都市生活的物价、房价、租金都不断的上涨。为了避免都会区原住民再次陷入居住环境差而且生活品质低落的一个恶性循环了，事实上这政府需要去加强。虽然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8条已经规定，政府对于居住于原住民族地区以外的原住民，应对其安居、就学、社会适应等事项应给予保障及协助，但是如果我们从现有的住宅法以及相关的住宅法令，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没有办法因应都市的原住民族的需求，因此特别提出28条之一，希望能够解决我们都会区原住民族住宅的问题。而这些原住民族住宅的问题的解决，能够希望并同解决有关原住民族在都会区教育的问题、语言文化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住宅的社区是希望同时兼顾解决住的以及教育语言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在这个条里面特别规定了，政府或者是民间要新建住宅的时候，能够成立一个完全是由原住民族居住的一个住宅，有钱的可以购买，而购买的如果有移转的时候，只能限原住民，买不起的就承租，而承租一段时间之后，可以由以租转购，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这个住宅，都市原住民族住宅所需要的资金，因为往往我们的地方政府往往是考量到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我也特别在提出在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8条，因为我们已经有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可以把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相关的经费能够投入在我们的在都会区所新建的原住民族的住宅，而这些都会有租金的收入或者是出售房屋的收入所以对这个基金来讲也会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收益在这边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颖委员提案说明。陈颖委员，对。谢谢主席的安排哈，在民国71年兰屿接收了第一批的10008桶的核废料。那76年起，兰屿达悟族开始展开他们的反核废料行动，抗争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在85年台电才答应不再将核废料送进兰屿。原住民族基本然而核废料与日俱增，而兰屿核废料的存放量也早就饱和，甚至超量。台电近年来不断在继续寻觅新的核废料存放场址，例如达人、南澳、秀林等等。然而原住民族地区往往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例如刚刚本席所提的那几个地方。那原住民族基本法在民国94年2月5日公布，
第31条规定，政府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在原住民族地区内存放有害物质，以为国家终于有了一部可以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权利、促进原住民族生存发展及捍卫原住民族环境正义的法律。但碍于什么是有害物质，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加上兰屿核废料迁出一再跳票，让兰屿族人之身心健康长期受到威胁。因此，为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一条之立法精神，为保障族人之健康及环境正义，提案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1条，明确规定有害事业废弃物、放射性废弃物及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之有害物质，不得存放在原住民族地区。以上，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时代力量提案说明高露委员。谢谢主席。好，原住民族基本法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权利而制定的法律，但是自原基法的实施到现在，原住民族相关的权益并没有受到重视，特别是有关于土地的使用以及收益的权利。那么在行政机关做成相关的行政决定的时候，比较少考量对于原住民族或是部落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当行政行为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土地利用限制的权利时，当地的原住民族或是部落，它往往都是最后知道的，影响的这个非常的广泛。那因此呢，希望透过就是原基法第21条的修法，能够强化原住民族或部落知悉及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希望呢，相关的行为都能够在遵守原住民族文化权益的前提下为之。首先，原住民族或部落所在的土地，并不以公有地为限，也有产权属于私有的。而不论在公在私有土地从事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育、学术研究等行为，都会影响当地原住民族或部落。因此呢，删除第一项限于公有土地的规定。在原住民族土地，指的就是原住民传统领域土地以及既有的原住民保留地。过去由于传统领域尚未划设，行政机关只会考量原住民保留地的影响，但事实上，原住民保留地的外围大部分都是传统领域，于其中从事土地开发等行为，也会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族或部落产生影响，所以呢，也有规定的必要。再来，行政机关所做成的空间计划跟部门计划等行政行为，影响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权利，特别是为了保育资源而划定的特殊目的的区域，经常设有严格的土地使用的限制的规定，影响区内所有人及使用人的权益甚巨。那么在过往行政机关做成上开涉及土地利用等权利的决定之前，都不会通知或询问部落之强制的程序，部落缺乏合适的知悉参与的管道，往往只能承受限制的结果。这样的严重的影响部落的生活跟生产的使用。因此呢，在21条增订机关行政行为的内容，如果涉及部落及空间范围原住民族土地利用的限制，或是影响原住民族土地上权利或义务者，该机关应于行政行为做成决定的之前，必须通知相关部落并取得其同意，且非经部落同意者，该行政行为不生效力，也就是部落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效力。再来就是修正第21条的第4项，为了强化部落参与与相关行政程序的权利，如果上开的行政机关处分或利用的程序
系由审议组织做成，则部落代表必须列为当然成员。最后，国家如果因为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依法限制人民财产权而造成人民损失者，应给予补偿。因此，行政行为造成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财产损失，应由做成行为之机关宽列预算予以补偿。谢谢。廖国栋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席今天提，包括第十五条，跟第19条的相关修正的一个提案，原则很简单。我们最近碰到这个动物保育团体对于我们的狩猎权的挑战的时候啊，明明这个狩猎的旨意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是原住民的文化权的一部分，备受保障。同时，联合国啊也非常的关心啊相关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的议题。但是，当我们碰到动物保育团体的时候，到底是动物重要还是人的传承重要，已经迷糊起来。这让我啊深深的感受到，政策很好，但是当你没有相关的预算来去推动政策的时候，那个政策是零的，是零的哈。所以今天特别把这个第十五条呢，做以下的一个修正，也就是未来政府编列相关的这个预算的时候，其预算的总额，也就是关于原住民的预算总额，不得低于原住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那么我们过去看到的数据是10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如果我们按照税出是1兆9982亿元来做一个分母，我们看到用在原住民的部分各部会，不管是教育、观光、农田水利、道路、卫生福利等等呢，大概在250亿9500万元。这个比例上呢，在104年度中央政府税出预算总经费的只有 1.25%。但是我们的人口已经是占全国2349万6868人的2.23%，这显然用在原住民地区或者是人口的这个每个人的分配可分配的这个额度呢，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数字。如果看我们的这个全国人口的平均所使用的这个经费呢，全国的总预算呢，大概每个人分配到是87000多，但是原住民只有分配到40000多，所以这个差距从这个人口数字上来看呢，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求啊，从财划也好，统筹分配也好，它的这个计算的基础都是人口。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呢这样的一个修正啊能够获得我们委员会的同意。第二个呢是关于从5、6年前呢我们一直遭遇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的土地海域法一直没有办法通过。当然过去前朝的政府为了要审议这个我们的土地海域法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并没有完成。那么到了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国民党说这个自治法先，土地海域法在后，结果我们的自治法又没有通过，所以我们的这个土地海域法也跟着没有办法完成审议，造成了原基法第19条当中关于海域的民族，比如说兰屿，比如说
阿美族，甚至还有卑南族跟排湾族的朋友呢，要到海域、海滩、这个礁岩去取相关的自用的物资的时候，包括野生动物的时候，动植物都受到海巡署非常强力的来予以阻止、阻挡，甚至在台东跟一个怪异的现象是，台东县政府容许设置所谓的禁渔区，禁止阿美族这边来采集。这样的一个禁渔区，最近我经过了解呢，不是单单的富山一个区域，而是已经有五个禁渔区在台东境内。这个对原住民来讲，特别是阿美族来讲了，在我们看到原基法相关的规范跟土地海域法相关的精神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要做适当的一个修正。所以我们今天也在第十九条做了这样的一个提议，就是在原基法的第十九条，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区及经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公告之海域啊，增加了一个海域来从事下列非营利行为。当然内容我们没有修，只是他的办法呢由原民，当然这是原民会会商其他的这个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核定。最重要的就是让海域也进入第十九条的施行的一个项目跟范围。希望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能够体会，能够理解，在原住民土地海域法跟自治法通过之前，容许我们从原住民基本法相关的条文来让我们在宪法上同意让原住民得以该有的一些权利呢，能够在法律上得以实现。以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原住民委员会林主委补充说明。主席、各位委员，今天贵委员会审查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修正的草案，包括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还有二十一条、三十一条，以及增订第二十八条之一，涵盖原住民族地区的建设、住宅、自然资源的利用、同意权以及禁止存放有害物资等事项，均属原住民族社会最重大的一个议题。我们本会应邀列席报告，我们自感荣幸。下面呢，就由我们本会提供一些意见，供各位委员来参考。第一个部分，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五条。廖委员、国栋等所提的第十五条的修正的草案，规定政府编列原住民族地区，特别是针对交通运输等等基础建设的预算，希望不要低于原住民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我们目前呢，考量原住民的处境，仍处在结构性的弱势的地位，不论在原住民生活的指数的方面，或者在原住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方面，跟整个台湾大社会的建设来比较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望呢，政府呢宽列预算呢加以改善。所以针对呢廖委员等所提的这个提案呢，我们本会呢尽表的支持。第二点，关于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条以及第二十八条之一的部分，郑委员天才等所提的第十八条以及第二十八条之一的修正案，主要的内容是希望能够增加原住民住宅的兴办、租售、建构跟修缮等相关的业务的这个事项。我们呢，本会经过
这个查证呢，103年度的统计的资料啊，全国的国人的住宅自由率是84.01%，原住民呢仅有73.2%。那都市地区、都会地区的国人的住宅自由率呢，达到83.05%，我们原住民呢仅有57.8%。从这个数据上面呢，因此我们呢非常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法，能够改善我们原住民住宅的问题。所以对这两个所提的修正案跟增加的这个条文呢，我们都尊重了。就郑委员所提的这个案子，第三个部分就是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的部分，廖委员、国栋等所提第19条的修正案，针对第19条的第一项删除依法两个字除外呢，也增列了第二项的部分呢，经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公告之海，第一项的部分增列了经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公告之海议的内容。那么我们考量国土计划法跟海岸管理法等法令呢，它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我们为了避免未来这个条文修法通过以后，经过呢 公布以后呢，我们呢原民会在公告海议的前则上面很可能会跟相关的部会发生了前则上的一些的重叠汉格或者是一些争议，所以呢我们想建议呢，原来的所提的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公告之海议，这海议这两个字能不能参考原住民族基本原住民族土地跟海议法的草案，调整为原住民传统的海议的文字，这样子在未来在划定上面比较容易，而且比较有效保障原住民族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第四个部分，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前后，刚刚去年的6月呢，大院经过修正了，公布施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满1年。原条文适用的范围，从呢原住民族的土地扩及到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公有的土地，扩大了同一权适用的范围。另外呢，也增加了第4项，授权本会就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公有土地的划设的方式，以及諮商其的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的方式等等的一法规的命令。那关于前面所提到的諮商其的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的办法，我们本会呢已经在今年的1月4号发布在案。至于呢另外的关于划设一定这个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公有土地的划设的办法呢，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召开了3次跨部会的会议，我们剩下来呢就是要拿到地方政府去做一些说明会，听取部落的意见，完成了这些法定的程序后，我们就可以发布呢来施行。但是按照今天的所提的第19条的这个修正案啊，第一项将原住民族同意权的这个行使的范围扩张到了私有的土地，除了非原住民之外，针对原住民的部分就是增加了部落内原住民私有土地财产权的一个限制。我们考量了宪法明定保障人民财产权的规范的意志，这个修正的内容是不是我们在审慎横着可能呢带来的这个影响。至于第3项呢，将机关行政行为也纳入原住民族同意权行使的范围的部分，建立行政机关呢不仅仅是中央，也还包括地方的机关呢，它的行政行为太阳有很多，包括行政处分、行政的计划、行政契约、陈情的处理、行政指导、订定法规等等，如不加以先制一概的适用，牵连非常的大，所以在实务上面可能有它执行上的要考量的地方。所以最后呢，末段的这个最后的一项呢，原条文的原来的原条文第4项呢，
那也经过哈这次21条的修正案里面呢、啊，把它删除掉了。那事实上啊，原来的条文的第四项是现行哦相关法令哦订定相关法令的一个法源哦，是确认同意权行使范围跟行使方式必要的一个程序的范围。如果经过删除前开的规定之后，前项的这个法规命令就失所复利。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条文呢，我们再充分的沟通看看，怎么样才比较做适当的一个调整。最后第五个部分，修正原住民主基本法第31条，陈委员所提的31条的修正案，明确化禁止存放有害物质的定义，提升原住民族土地权益的保障。本会就此立法的方向，我们都尽表的支持。只是这个本案里面把原来原条文所称的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的这个文字呢，把它删除掉了。直接呢规定限制政府不得在原住民族地区内存放有害物质。我们呢检讨啊，似乎跟原来我们和、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尊重并赋予部落行使集体同意权的立法的精神稍稍有不同。为了维护原条文立法的精神，强化尊重并授权原住民族或者是部落行使谘商同意权的一个权利，我们建议呢，我们还是保留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等等的文字。那另外呢，本条文的后段呢提到中央主管机关呢，我们建议呢这个文字啊把它修正为中央牧地事业的主管机关，这样子在法规的适用上面会更精准哈。那本次大院委员所提的各项修正的草案，经涉及相关部会的前者审议的过程中，我们也想多听听各部会相关的意见哈，让它能够尽善尽美。本会呢，我们会充分的配合大院呢审议的意见，来落实原住民族权益的保障。以上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非常谢谢。谢谢原住民委员会主委的说明。那不知道其他机关还有没有补充说明？如果没有补充说明，我们就开始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截止登记10点钟。那请登记第一位的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林主委。委员好，主委好。原住民族基本法94年就公布施行了。那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6条第16条，政府应策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如果以现在的住宅政策哈、以现在中央所推动的这些住宅的措施哈。还不到政策，有些措施啊，事实上是跟以往哈、是跟以往还没有原基法之前，还来的比较少了哈、一个相关的住宅措施。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从过去台湾省政府时代你都很清楚，包括你在内政部的时代，相关原住民族的住宅啊，像这个基隆的8尺门的国宅。那时候你在内政部嘛，我在台湾省政府，像我们去推动这些，或者是这个后来的花东新村，或者是这个龙恩埔的，这个我们去三峡啊，三峡龙恩埔，像这些啊，都是原基法还没有公布之前了，就在推动了，而现在啊，原基法推动了有完成之后，已经有了。而且要明定要有原住民族的住宅政策，但是我们相对于现在去解决这些，譬如说西周部落、沙瓦子，或是三鹰桥下，或是太平的台中的太平，还有雾峰，
等等很多，你是不是有很大的无力感？这个诸位，跟委员报告，我想这委员大概有感哈，这几年来哈，原住民事务在住宅政策这个部分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进展，我想大概最主要在这里。我也非常同意委员这几年的这个观察。事实上啊，现在因为整个住宅的政策是由内政部来主管了、当初我们原民会也有做一个补助的一些事项，但是后来因为政策上面有内政部统一后来处理全国的这个管理住宅的这个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本会呢只有针对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做了相关的修建跟这个新建的一些的住宅的一个政策，所以看不出来有这么样很具体的一个集合式的住宅哦来新建。所以我们是退步了哈。原住民族基本法还没有公布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住宅政策。包括过去有都市原住民住宅方案了。对。都市原住民住宅方案，哦，相关的租屋补助，哦，相关的这些，哦。在都会区要新建这种集合式的住宅，都是有它的考量。那现在没有，所以我特别提了这个原基法28条之1，希望能够把过去都市原住民住宅改善方案，哦，当然它那个措施，毕竟它是一个方案，它能够所推动影响的是有限，那一定要透过法律的层面。这个都市原住民，他这个住宅社区啊，永远都是原住民，所以我在法律里面特别规定，原住民，好，中央的原民会跟地方政府合作完成新建一个住宅社区的话，我们买得起房子的人呢、就买，但是买了之后啊，一定要限制他的移转，不然的话原住民会变成人头。所以要限制移转，只能原住民之间能够买卖。那买了如果要自己不住，要出租的话，也只能出租给原住民。这样的话，整个社区啊，永远都是原住民。买不起的当然就是租嘛，租之后能够有以租转购的一个机制，所以我特别在法律里面也明文授权。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教育的提升呢、我们要实施各种教育，亲子教育或是相关的这些补习的教育，啊，或是父母亲的相关的这些，啊，教育家庭教育，以及语言文化的传承，大家都住在一起就会方便，在实施上不会像现在的语言呢，这个一个学校一个国小在都会区啊，可能5个原住民呢、可能5个都不同族啊，要实施都很困难，啊，所以在这边哈，这个要，尤其是当然你要，剩下20几天你要离开了，但是我们的处长，啊，我们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同仁呢、他们是永远的执政者了，啊，这些事务官是永远的执政者，啊，希望各位永远的执政者的同仁呢，啊，能够要积极的去，啊，去推动啊。那今天当然除了这个我提的条文28条之1之外，也给我们原住民委员会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请问主委，现在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有多少钱呢？现在原住民的综合发展基金如果剔除掉就业基金呢，应该有96亿啊。对，96亿。所以怎么样运用这个好，96亿来投入到都市原住民族的住宅，因为它会有收入的，比如说租金的收入，当然以后就放在这个综合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如果它是出售的，好，如果出售，当然很快就有这个收入，也都会好在这个综合发展基金，所以它可以循环的，好循环的使用，也不至于造成相关的什么，好会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特别请这个负责这个综合发展基金以及负责住宅这个业务的能够通力的合作啊，也当然更希望我们内政委员会能够支持
能够支持这个这个法案。但未来希望在整个在进行的时候能够完成这个立法哈。另外哈，这个今天请教诸位啊，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哈，这个都长、美章、处长，这个划设办法什么时候可以？已经超过六个月。我帮好帮这个处长简单的说明跟委员报告哈，我们非常了解，在划设办法如果按照法规的规定，6个月以内把执法哈一定要完成加以发布。事实上确实是延误了1-2个月了。那我们哈现在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跨部会的协商都已经完成了。其实今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假如21条哈是没有做变动，照现在的条文哈现行条文来。保留现行条文的话，我们想说很快会在这一个期间里面，这个诸位，这个因为法的修正哈，是它有一个过程了。就算今天讨论之后，还有很多的一个协商的过程呢。你很清楚，所以不必去考虑今天我们毕竟我们现在毕竟还是在委员会而已，还在委员会而已，所以特别请严明会。赶快依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的最后一项，把这个原住民族土地还有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的土地的划设办法，能够很快的，好不好？好，很快的把它发布。没有争议的话，我们都会很快就发布。没有争议了，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庄瑞雄委员。主席好，我请我们原民会林主委好。请主委。庄委员好。那个主委。谢谢，笑到你看看没？好像是最后一次了哈。对，谢谢，包委员，我是你的学长了，最后一次来这里啊，被你这个可能这次被询了，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你到内政委员会，其实大家也对原民会啊，都非常的一个支持了哈。所以我想，这个520新政府上台以后，会不会再看到你啊？520新政府上来以后，会不会再看到你？还是一共，没有什么意见啊。不管是不是最后一次被询看到主委了哈，那个本席都给你无限的祝福了。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啊，谢谢，都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呢，这个还是有几个问题啊，要来做一个请教了哈。最近呢哈，就你看那个前些日子里面，我们看到马总统啊，在总统府里面呢、三个会议室他就命名，你知道哈，中山厅、渭水厅跟民传厅，你总要知道了吧，对不对？对，谢谢。我不晓得什么的谢谢，我用列意给你谢谢，谢谢他说你很赞同啊呢。你那个这个刘铭传三个字啊，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我一直在听这个名，在台湾你动不动会看到民传国小，对不对？民传国中。民传大学，总统府现在叫民传厅。诸位请教，你对总统府这样的一个把刘民传拿来当在总统府里面一个厅这样做命名，你的感想怎么样？你应该特别有感觉吧？跟委员后，从一个原住民的观点来看呐、当然要从原住民期望在总统府有一个属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厅了。那至于现在有这么不同的这些名称哦，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呢、不，我不是叫你去评价，你评价刘铭传厅就好了，铭传厅就好了。在刘铭传的部分呢、这个今天看赵龙，我的评价是他不是原住民，我们实在难以评价了。哦，主委这样不对哦。这样你就失言了。刘铭传对我们原住民族的意义，它是不一样的哦。你应该对他感受应该是不舒服的吧？我
我的研究不太过深入，对他的本人我就不太过深入。卡扎一来台湾，他是那个腐藩政策呢。这一个这段历史你该清楚吧？我太清楚，他发动了。免惊啦，剩三十天尔，当你这骂两句马英九，你都不敢。啊，不是啦，不是啦，委员真的有的不。不是嘛？你对刘铭传三个字，你怎么站在一个原民会主委，你会没有感觉呢？清末时期哈，对，清末时期，清末时期动东海岸的地区啊，因为剩下东海岸地区并没有列入清朝的管辖的一个范围，所以才有后来的大港口事件跟嘉里湾事件。是啊，这很大的事都被消灭掉。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清末的确有真的对我们原住民有，所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当年的刘铭传是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武力征伐来对待原住民嘛？就是安尼，我该下注解啊，干不是？谢谢。对嘛，哈啊，既然对了，他又在总统府给你弄一个刘铭传厅，你原民会主委你要去抗议一下。我要抗议，对不对？合理吧？要总有你的看法。我尊重委员啊，你们得尊重我，你要为你的你要帮我们原住民族的人来发声啊！这个对，我们真的对这几个哈殖民政府时代对原住民对待的这些措施啊，真的有啊。不，你敢讲刘铭传在台湾他任内啊，他在当台湾巡抚任内啊，你对他的认识，他有哪些事迹？大部分都是这我们所读到的，大概都来自教科书，都比较你别再读到了。你原民会主委，你要特别有感觉。我告诉你哪主委啊？我愿闻其详了。对了，这个铭传厅哦，其实我以为你会特别有感觉啦。你看，连这一次哦，国防部的两艘啊，佩里那个派里舰级的那个军舰呢，它都要命名为铭传舰啊，直接被叫做铭传舰。我以为你回去会像那个法务部长一样写写脸书，因为打字太慢的话用语音输入，然后他发个新闻稿，原民会主委的立场哦，到时我唔通哦，把你名你唔用，你用迄个铭传舰。我以为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才对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本席的一个看法是说，刘铭传对于我们原住民来讲啊，其实当时是造成原住民很大的一个伤害啊，而且。注意力啊，非常的一个清澈了。尤其你去翻原住民三个字，你把它打下去，动不动就给你那当年的腐藩的期间，讲白点啊，对不对？看这刘铭传就是这样弄啊。所以对那个敌对的原住民的一个政权，他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武力的一个征伐，甚至于是欺诈诱杀。那当初那个在做不久呢，我真的全部都讲灭族，你知不？很多逃离原本的活动领域的原住民往山上去迁徙啊，其实这个都是当年啊三个字啊，刘铭传啊，对不对？所以我是怕说主委啊，你马总统应该冲你铭传厅，那对你是二度伤害的，你竟然没有感觉。春沙子刚被落台哦，不到三十天嘛，主委对不对？你反而连新政府上来，搞不好还好啦，搞不好不是我们马总统来命名啦。如果他命名，搞不好另外一艘又叫铭传舰了。你应该有想法、有看法啦。这个注意啊，他刘铭传对原住民的这个吼对待啊，这个部分我们吼，给你建议啦，给你建议，无你建议啥？无你别个建议讲这什么莫纳鲁道厅，完蛮丢，有意义。有意义哈，对不 对, 对, 对、啊？有意义的事情你不做，你至少要建议啊。做建议跟离做还有很长的距离。啊，你原民的主委，你连建议都唔敢建议，安尼唔好啊，干不起呢。所以我也觉得说啊，这个主委剩下虽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啊，很多事情站在原民会主委啊，你至少可以向社会丢出一点可以脑力去做激荡的事情。你看，2006年10月24号，当初马英九在干市长的时候，他去找了金普聪啊，什么李树德啊，找这些人回家去开开的。台北市的市政大楼那个中庭，你有没有进去过？台北市的市政大楼？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啊？
你有进去过、啊？我在里面工作过。是啊，走进去，你看到那个是叫做什么厅？我都忘记。上面的忘记，沈葆桢啊，葆桢厅啊。阿伯，你跟他讲，沈葆桢对原住民族它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委员哈，其实对这些哈清末时代的这些人物啊。因为大家的评价是正反了、啊，对原住民来说是绝对是反的。不是正的，等一下我念一堆给你了，好不好？反的，因为你叫原民会主委，多了，对不对？反对，沈葆桢伤害最多了。啊，沈葆桢是不是跟刘铭传也都一样？对，应该都是在那个时代的人。是啊，啊，你拢总无意见，两件拢恁马英九的呢？马英九咧做市长，你逐工伫遐咧行，看到葆桢厅。你嘛没感觉，马英九总统要下音，哎、啊，总统府有一厅又叫民传厅，啊，你嘛没感觉，哎，比赛，你政务官，你代表原民会主委呢？委员呐、啊，我要跟你报告，他那边有没有设民传的？事实上啊，我们登里原民会并不是事先知道的。哦，如果说征询我们的意见，说那边能不能设民传厅，我们一定会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他那边设什么厅，等等，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了。那不是我们原民会哈、哦，要经过我们事先不知道。对，我们不太事先，他未必会让你知道。那事后挂上去，你总可以表达一点意见嘛。哦，今天你提了。你2006年当年如果跟马英九稍微讲一下，那搞不好他今天他会弄这一个民传厅的时候，他特别会去想到了，说唔当哦。卡扎，如果有征询，我们等当初卡扎，迄个朱贵就把他林江一把他给你讲过啊，唔能安尼个说咯。这还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啊，非常多的。新的总统要上来了，嗯，一共8月1号啊，哎是，要以总统的身份向原住民来道歉嘛，这里五块嘛。对，那政见里面是清楚说明。现在很多人都在那边征文比赛啊，嗯，拢讲迄个道歉文哦，不要那下。总统的道歉文该讲些什么？因为主委，反正马英九他也不道歉呐、啊，那你也不好意思叫他道歉呐、啊。那以一个快卸任的主委，你认为蔡英文总统他该如何来道歉？道歉文里面该提到些什么？委员啊，我们还是尊重哈。嗯，啊，你连这也唔敢讲，啊，马英九你也唔敢讲，啊，蔡英文你也唔敢讲，无你啥话你敢讲？因为吼整个。台湾这400年来，不是只有国民政府的时代了，其实荷兰、西班牙、哦、明朝、清朝一路到日据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政府是对原住民非常的照顾。如果要道歉，一并道歉，我们会很想了解他这个道歉的幅度是指国民政府时代呢，还是包括日据时代呢，还是包括更早的清代、明朝呢？我这幅都要怎么处理？我们倒是真的很想了解了。是啊，那表达你的看法总是可以吧？啊啊、你不能把这些感觉，身为原民会主委都藏在心里头啊。我们内部里面也在讨论这个道歉。如果是还是因为最后还是我们会里面的同仁要建筑于文字建议，看怎么说比较好啊。那说你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头绪，你认为呢？大部分在讨论中说应该怎么。我好像不太适合吧，由我来指导不太适合吧。我没叫你指导了，我是跟你也跨化的。讨论刚刚道歉的幅度要到怎么样？所以啊，这个主委，我今天其实因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啊、你得被热爱啊。对啊，真的谢谢。我跟你谈的这两个问题，委员时间到，民传舰哦，民传厅，你都无意见，沈葆桢厅。你也无意见，你要对遐济原民会，哦、謝謝你对遐济，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很多委员呐、啊，或甚至于我们这，对，你家里的主人真的是也不太好交代呢。不会，不会了，不会。主委时间那个，谢谢了，时间到哈。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李敬义委员，嗯。啊，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原民会林主委。啊，请主委。嗯、刘委员好。哎、主委早哈，辛苦了哈。啊，谢谢。要毕业了哈。哎、谢谢。有什么感受？哎呦，这个跟委员报告，其实我当
从内政部当科长到现在，大概到这一年应该是三十年。我进出在这个立法院也有三十年的岁月、啊、你愿不愿意听听我对你个人的评价啊？不敢当，不敢哦。我认为你是一个实事求是、认真努力的一个主委啊，不敢当、哦，比你们上届的主委好多了。但是你唯一的问题就是刚刚庄委员也有提到、哦、你对抗高层的勇气不太够，不太够。我想先请教主委、哦、在这八年内，我们所谓的原民政策到底在推动什么？你有没有大致讲一下？这八年里面原住民政策有哪些很大的进展上？我跟委员报告，其实上这八年里面原住民的事务跟八年以前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最主要在哪里、最主要的改变就是我们过去发现，就是原住民在经济产业这一块做得非常不好。原住民就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辅导原住民的经济产业，对，在经济产业的部分，我们在这八年里面做得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原住民的这个语言的文化的这个推动部分，也比语言文化的推动，因为比较有基础了嘛，所以推动比较那个嘛，好，基本上都比较有系统。好，谢谢诸位，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其实你刚才提的跟这八年内马政府马英九对原住民的承诺跟对原住民的原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告诉你哈，马英九提出三项理念、四项原则、十二项政策，三项理念哪三项你记不记得？四项原则哪四项你记不记得？我也抱歉哈，这个部分这个其实都是最基础的了哈。三项理念是生命共同体啦哈，那符合世界潮流啦，那超越蓝绿啦哈。那四项原则是尊重差异哈，自主发展，那追求公平正义，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啦。哦，老实讲哈，他讲了老半天哦，最重要是这十二项政策，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十二项政策。第一个，示范原住民自治区有没有做？这个部分呢，跟委员报告，其实在这八年里面，我们送了三次的原住民的自治法，你们送了三次嘛，但是都没有通过嘛，过对不 对？所以这个没有做成。那四年五百亿重建原住民的家园有没有做到？这个做了，做了。四年五百亿，对，真的花下去了。那 对。那原住民的家族怎么做？这个关于四年五百亿是在第一任的时候后，结合了大概十个部会一起来共同来推动，所以加起来五百亿嘛，对不对？包括推动啊，包括经济政策，你刚才所讲的经济发展嘛。好，来，没关系，那达成一项哈，尊重文化差异，保障原住民的司法权益，这个你认为有做到吗？这个做到了，做到了。到现在为止，狩猎还被处理。哦，不管怎么样哈，不是我们在做的这个原住民委员，这个部分有争议，特别在意吧？因为狩猎是涉及到原住民，培养原住民人才，拓展就学就业机会，这个有吗？这个部分做了。做了一部分了，做了一部分了，然后健全原住民的社福体系，充实医疗资源，这个有吗？这个也做了，这个也做了。推动文化产业认证制度，那原住民的新传奖，我记得是做了嘛？对，都做。那但是原住民的认证部产业认证这个部分好像没有做得很完整，没有做吧？那成立原住民创业育成中心，这个有吗？这个有做，这个有做，做的啊，做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应该还没有完全看见它的效果。好，解决原住民的资金融通跟保证问题，有没有这个？这个处理了没有？这个很像没有，好像没有，没有明显的进展。那成立产业服务团队，这个你刚才提过了，有没有？好，这个有。然后尊重头目产生的方式，这个有没有做？没有。好，那保护原住民的文化遗产，强化原住民族的研究，这个有吗？还没有具体的进展。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八年内马英九最重要的十二项政策有关原住民的，其实做到不到三项，不到三项。我认为你很努力了，但是问题不在你了，问题不在你了。包括你们的原基法，包括你们原住民自治条例，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在，问题都不在原民会嘛。问题都不在原民会，这个我们很清楚它的过程，我们很清楚它的过程。但是我们原民会有没有激烈的，有没有拿出你们该有的魄力，跟你们的高层说，你答应的总该要做到吧？有没有？跟委员报告，原住民族和自治法是原住民当前政治工程里面最具有共识的。其实我知道你争取很多次了哈，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原住民对原住民自治的想法。没有错，还没有整合好。对，没有错。所以没有问题是第一个，你们还没有整合嘛？第二个，就是、你们对抗你们的高层的力道还不足嘛？
所以高层爱理不理嘛，他认为说啊，反正原住民人少嘛，反正都会投给我们嘛，所以对你们爱理不理。所以十二项里面，他这个他自己列出来的哦，自己列出来做不到三项，那问题就出在这里。那现在今天真正的问题是，有这么多的原住民的委员提出来法案的修正，这个都是委员的修正嘛？我们来看看对他们修正你有什么看法。第一个是廖国栋委员说的哈，原住民相关的建设预算不得低于原民的人口数，这个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我非常支持，你们支持嘛？对对，如果照这样算出来，因为哎来来没关系，哎诸位，委员跟委员报告哈。原住民地区占整个台湾的面积的53%，对，没有错。你用那么少的经费在53%做它的公共建设，真的是对原住民是很不公平呢。没有错，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提案是，我完全同意这样的方法，真的我们支持啊。我完全同意说原住民的人口我们应该有不得低于他人口数的一个保障，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请教主委哈，现在对。特定的预算有特别数目的规定，有特别数字的规定，有哪一项？除了我们原民会的预算以外，哈，就是内教育部的预算有法定的保留。其实只有教科文预算在宪法164条里面有规定嘛，对对，对不对？1%。那除了教科文预算以外，原民会的预算也没有这样规定嘛，对不对？对。原民会的预算规定在哪里？原民会的预算规定在原住民教育法里面第9条嘛，没有错吧？对，没有错。你们现在的比例是1.9，1.9，哦，现在才最近才修的嘛，1.9%，上一届才修的嘛，没有错吧。对，那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说服其他的人？我教科文是在宪法明定的，但是我现在要用什么法律把这个部分把它呈现出来？我在原住民自治法吗？还是我在原基法呢？还是这个部分为什么原住民可以有这样的保障？为什么其他县市？那比如说我说啊，嘉义县市至少要有多少的保障？那这样的合理性在哪里？所以这个你们必须讨论， okay， 没有错。我想这个要大家要这个你们要争取。那第二个问题，刚刚郑念财委员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原住民的住宅政策。那要不要跟整个内政部所规划的社会住宅政策或者其他住宅政策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你们要讨论的重点，对，对不对？那原住民的特殊性，如果过去是解决所谓都市原住民的问题，那这个的住宅政策你们跟内政部有什么要沟通，有什么要讨论？跟委员报告，其实事实上我们跟内政部也成立了一个协商的平台了，但是对于社会住宅的部分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怎么样专门替原住民的住宅做一个处理的一个计划。那郑委员提出来是要一个综合发展基金，你个人的看法，你们也表示赞同嘛？对，依照你们的那个里面，原因是什么？郑委员 过去在台湾省政府当事务官的时候，我知道，曾经哦，就是用专款新建了基隆八尺门的。所以原住民结合式的住宅，我请教一下，所以他觉得政府应该出一个资金来共同新建。我知道郑委员的意思，我想请教主委的就是，这个发展基金它是一个基金还是一个补贴措施？补贴措施，事实上它是应该是一个循环的基金，一个循环基金嘛，不是一个补贴措施。对对。那任何的这个循环基金到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到最后你现在用住宅发展基金来看就好了，它到最后会变成一个补贴政策。那还有。这个政策下来，那他就拼命在做补贴嘛，所以这个是你们未来原民会应该注意的方向跟努力的方向，就是我原民的住宅政策，我到底怎么跟我们整体的社会住宅政策或者其他政策做搭配做配合？你们现在这个部分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报告。跟委员报告，按照他的第28条这的规定，将来这个房子做好以后，出租的或者出售的，它的价金呢，将来就要回收到变成基金的来源，没有错嘛？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规划。但是原住民朋友现在最需求的恐怕不是这个吧？原住民朋友现在最需求的是什么？以你的了解，他们是非常希望盖了一个房子，希望就能够移给他们自己。对呀、啊，所以这个认知的差距就在这里。这个你用综合发展基金未必解决问题啊，慢慢学习。所以诸位，我要告诉你的是，当然你也要毕业了，我们对你有很多的祝福。我认为你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一个好主委，但是我们认为说政府对原民会的态度，政府对原住民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三项理念、四项原则、12项政策做了8年，只做了3项都不到，那这个政府真的要好好的检讨。那未来的原民会，当然也不是你。那也不是你，但是我们在立法院，我们会继续的监督。我们希望林主委
以你过去长期服务原住民的一个经验，你提供给他们更好的政策啊，做一个顾问，提供给他们更好的政策，然后真正的关心原住民的朋友，真正的落实，不要让原住民朋友的想法跟我们社会脱节这么大，这才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李俊毅委员。我们接下来请赖瑞荣委员。好，谢谢主席哈，请林主委。主委，赖委员好，哎，诸位好，辛苦了哈，诸位，诸位想请教一下哈，针对那个蓝屿的部分的核废料，不知道这边原民会的看法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哈，蓝屿的这个待处理物料储存厂的这个厂哈，按照合约的规定，他们应该在100年的12月31号，在那一个时期的租期就到期了。对。依照规定，台电应该要在当年100年的12月31号，就必须要跟蓝屿乡公所申请继续承租，从2010到2019年的这个。但是蓝屿的土地权利审查委员会迟迟不做审查，直到呢103年的年末，他才同意2010到2103的是3年。那提了3个附带的条件。包括回馈金，跟在台东设立一个服务中心，以及呢，对蓝屿的一些照顾的事情。那104年组到现在的这个部分哦，还没有完成哦，这个土地权利审查都没有完成了哈。对，那什么时候要迁移？这个恐怕要问一下哈，这个台电跟蓝屿之间他们在继续对那个对，就是你，因为我想蓝屿也是原住民的居住的区域了哈。对，那这个部分的它的什么时候迁移，主委你的看法呢？蓝屿的什么？什么时候可以迁移？你何必要？你认为该不该迁移？这个部分能不能迁哦？你认为该不该迁移到台电？我们当然是希望早一点哦。对，那什么时候可以迁移？但是现在这个中级的储存厂的哈选址到现在都没有着落。今年本来预定今年期限是到今年要迁移的了哈、是吧？这个可能要问一下台电，我的理解是。主委不知道，主委知道院长为了这事情在总咨询道歉，主委知道吗？我这个核废料迁移跳票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核废料储存厂的迁址的，主委你可能必须多关心一下哈。核废料这件事情对蓝屿的原住民的影响相当的大哈，也是大家非常关心议题。刚其实很多人也提到了，其实我觉得主委可能要多花点力气在关心这些事情上面了哈。我们都很支持他们早一点签，但是真正的下游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找好这个未来的终极的处理厂的选址，找好了以后才能够规划。所以你这个说法我能理解了哈，但是这个比较像是经济部或者是原能会的主委的讲法。这个是台电。对，我觉得你应该比较站在是在原民会对这个角度去讲。如果你不讲原住民的立场的态度的话，这件事情吼会一直拖。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也是刚刚很多委员们不断提出来的，就是说，其实你在对抗中央的 马政府的时候，或对抗很多的想法的时候，其实要做一些抗衡啦。你要扮演着站在替原住民讲话的这个角度，那这样才能逼迫经济部、逼迫原能会更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是尊重他们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后来你看今天为什么院长，我想当然你可以回去问一下你的幕僚院长张院长为了跳票这件事情道歉了，公开道歉。那我觉得主委你应该对这事情要很重视，你应该在 这件事情是跟原住民息息相关的事情。主委你会那个吗？针对这件事情你会去谴责或抗议吗？对于其他的台电或者是核废料部分迟迟无法迁移，代表原住民表达抗议吗？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要非要用这个那么形式上说要去抗议，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礼拜口头上呢谴责呢，直接跟经济部吼来表达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吼在最快的速度里面原民会能不能代表原住民表达出态度，能不能表达出一个态度，就是对于这些迁移这件事情不断的拖延，不断的没办法解决，表达出原住民包括原委会的一个态度。其实这个牵涉到两个部分，跟委员报告。第一个，蓝屿的吼。这个土地权利审查委员会，要么你就是
拒绝他们继续承租，但是他们也没有做类似的一个对，这个是细节性的问题啦。我说的是从对1982年从民国71年的时候，整个在整个用有点欺骗的方式，整个放到了那边去，这整个30多年来的一个过程。到这个，我觉得原民会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态度了。我觉得要站在原住民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才会让这个相关的部会有更大的压力去处理。我觉得主委，你站在原民会的最高主管机关的首长的角度，我认为你应该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态度，包括跟跨部门协调的时候，你要去表达出原民会的一个态度、原民会的立场。可以在你剩不到一个月时间了，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可以那个？如果有机会去协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经济部或跟台电去表达出其实抗议？我当然讲的是语言上的抗议了啊，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断的拖延，院长都为了这事情道歉了，难道你不能表达一点点的抗议吗？我个人认为哈，这个部分呢、啊，因为从民国71年哈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好像原民会从来没有放弃过哈，希望早一点迁厂的这个意思表示。我的意思说，主委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你能不能表达强硬一点点的态度啊？即使将来新政府上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要持续来追踪。经济部再做一个很清楚的来，好不好？请主委在遇到部长的时候，能够表达对这件事情的关心，跟不断的拖延这件事情原住民的不满，好吗？好，我们跟邓部长再。那再我想请教的是，今天陈毅委员他有提出一个版本了、啊、就是第31条的修正哈，这个不得在原住民。地区内存放有害事业废弃物、放射性废弃物、哦、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如果通过的话，后续的核废料怎么处理？在蓝屿这边的核废料怎么处理？其实委员、啊、我要跟委员报告、原住民主基本法从民国94年通过，其实不是只有现在的政府而已，前朝也是一样，但是也都我知道，但是今天大家都有志一同，因为今天陈毅委员有提了一个版本进来的，都是因为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把它迁到哪里，这是台湾的工业嘞。我的意思是说，蓝屿的人呐、啊，强烈的表示，你台湾用电，就把你们不要。我希望你站的角度真的不要是站在经济部或者站在原民会的角度，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是问题。但是你如果站在这样角度的话，我认为这永远没有迁移的一天呐、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去逼迫他们去思考，那你要迁到哪里去？哪里可以迁？要逼迫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让整个政府认真的去思考。当你要使用核电的时候，你就必须思考核废料的存放问题。谢谢委员，我们后。而这样的态度，而你应该站在这个不断去，因为你要站。如果站这样，如果你不站这样角度的话，蓝屿的迁移，我看这个。永远不会有机会，因为永远找不到嘛，永远找不到有一个好的，谁会同意放在那个？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站在于原民会的主委的角度，我认为你要表达原民会主委的立场，好吗？可以吗？请主委，虽然剩最后一个月，表达说这个案子啊，我们的原民会站在一个非常支持蓝屿早一点后。把这个核废料储存厂迁址的这样的意思，我们会虽然剩最后一个月，但我希望你表达你的坚定的立场了哈。其实给各因为这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1条所明定，我们有责任要让这一条法律啊要落实。所以我说，如果这一条大家都支持也同意了，过了委员会甚至到院会通过的话，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去更强烈去表达出来。我认为这件事情你们可以提早去做沟通，即使有一天主委你离开了这个职务，但是其实原民会还在。也没有所有同仁都在，他必须要继续去执行跟捍卫这样的一个工作，对，是吧？谢谢。好，那再来，我想请问一下啦，因为我刚刚看到了，其实对于这个今天有提到很多委员提到一些，包括住宅政策的部分啊，原民会的住宅政策哈，租或者是这个买一些房子的问题了哈。那我看到了主委，您其实原上你是支持的啦哈。我看到你还提你的报告里面还提到说这个。都会区的国人住宅的自有率达到83%、哦、但是原住民其实只有57%而已、哦、对，主委，你认为原因在哪边？为什么会跟委员报告、哦嗯、我想大部分的劳工阶级要在都会区买得起房子、哦、是一件非常高难度的，对，更何况、哦、原住民在都会区大部分都是从事劳工。他的所得都大部分都比较偏低，没有能力后在都会地区来买房子，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了。对，
我的选区前镇小港也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了哈，他们确实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了哈。那我看到除了今天大家提出来这样的方案之外，其实我也看到了原民会也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一些租屋的一些补贴了哈，包括租屋的一些协助，那个成果怎么样？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原民会哈管理原住民的住宅的补助的这个方式，是只有针对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在这个部分是很稳定的，每一年我们都编一定的预算去补助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有问题的是，不是属于中低收入户或低收入户的这些人的住宅就会有困难。对，最后时间有限了，快到，因为像之前呢，其实刚刚四月六号修正过了哈，我们住宅法里面社会住宅的部分，其实提供给这个相关的一些特殊身份者哈，里面包括原住民了哈，其实我们把它比例调整到了30%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未来当然在持有的部分，这个难度上是比较高，但是社会住宅或者出租这件事情其实做得到的，我希望主委再利用这个一个月时间，包括原民会的同仁可以多做一点努力了哈，让原住民在居住品质上也能够增加。我们想我们增多一点。前镇小港有很多的国有，有一些公有的住宅，其实还可以做一些使用了。我希望再多用点心去，其实我认为应该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善。谢谢。哦，好，谢谢主委，好，辛苦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古拉斯委员。主席好，有请主委。委员好。主委好，我们今天是要修原基法，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在过去这几年比较争议的原基法的第21条。那在这21条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我并没有列出所有的这个条款项的细节，但是我们会看得到这个21条的第1项，政府或私人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从事土地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育、学术研究，应諮商并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或参与，原住民得分享相关的利益。我想请问主委，您觉得这21条的法条定得如何？是否完备？我跟委员报告，《原住民族基本法》在1994年2月5日公布之前，原来行政院的院版没有这一个条文。我们回顾过去，因为我当年就是这一个《原住民基本法》的承办的处长，后来呢，在大院协商的时候，原住民8位立法委合力，特别是高金淑梅委员等等，把这21条作以明定。当时呢，只是政府跟私人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从事土地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护跟学术研究这个部分要执行原住民族同意。当然的条文是啊，但是去年呢，修正了部落及部落周边一定的范围，主要的原因呢，原住民族的土地没有把部落放进来。嗯，好。这个所以这个都这样子修，我觉得稍微比以前进步多了。好，那抱歉啊，稍等一下，我想确认我的时间是不是有被算错？刚才是从我们是8+2吗？哦 ，OK， 好，抱歉。好，那我个人认为其实这21条是已经相对完备的。其实我同意主委的说法，因为在这个当中，包括连土地的范围，例如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其实以我们的理解来说，也就是大部分指的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了。好，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政府或私人可能从事的行为，包括土地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育，甚至学术研究可能出现的行为，也已经规范在里面。同时，我们也允许原住民族有同意参与，而且政府必须諮商他的相关的字眼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它已经相对的完善。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还要再重修加加减减相关的文字在里面。我认为历年来在台湾发生的许多的案件，都是政府执行不力出了很多的问题。
并不是法条出了问题。我再说一次，是我们的原住民族土地的主管机关，当然大部分我指的是原民会执行不力的问题。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跟主委请教。首先我们来看到台东有一案，我只举几个例子就好。这一案在三仙台附近，我们看到呢周边有这个基辉、高台、比西利安，还有小港、美山部落，但是在上方有一个点叫做旭塔观光饭店，一个民间的企业想要开发9公顷在阿美族的土地上，也就是部落及其周边的土地，要开这个饭店。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民众在去年的时候写信到了台东县政府，他要求救了。他说：“拜托，可不可以来说明一下，这是不是原住民族土地？如果是原住民族土地，政府是不是有依原基法第21条依法征询，而且取得当地原住民族部落或同意呢？”这个民众写信到县政府，县政府在12月22号，去年哦，写了一封这个函文，希望中央的原民会来解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可是经过了4个多月，原民会有没有回复？这块地到底是不是原住民族土地？报告，因为这个案子我没有看见，我要不要请教一下哈？这个土地管理处他们有没有正式？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想继续下去。对，因为这个案子没有呈到。好，没关系，因为时间有限。我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案例，我要提的就是重点不在法律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向我们自己的原民会求救，说要怎么办的时候，原民会至少到今天为止过了4个多月没有回复台东的这个民众，说这是不是原住民族的土地，而原民会的立场是什么。第二个案例我来带大家看到，目前正在新建中，这是现况。在花莲的秀林乡有一块地，这是原住民的保留地。那么当地呢，这个地方的政府正在盖一个所谓的泰鲁格的文化馆，可是当地里面呢就有这个所谓传统领域的原地主要求政府来解释说，这个是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政府要新建的这个一个建设，但是到底有没有取得原住民族的同意呢？结果我的办公室写信到了这个就是说也有一个函文到了原民会，希望原民会来替我解释这块地到底是不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应该如何处理。那么您给我了一个函文，上面写说尚需由中央或地方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拟具意见之后报经本会认定后评办，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请那个处长，因为这个文哈，我可能要处长比较清楚。秀玲先生，我想跟委员讲的是说，主要是说他们提供出来的资料不是很完备，我们希望他们说清楚了。那然后到时候如果说把这些不管是地段地号切实的那个位置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很明确的给了你明确的地号，他这个地号在波士岸段316地号，明确的告诉你。我要继续下一个这个主题。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很熟悉的雅尼案，到今年的6月要进行矿业权的展延，但是我们看到雅尼案在过去呢，不断的被断头，出现了非常多对原乡部落的伤害。到今年六月要展延这个雅尼，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他需不需要经得部落的同意？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关于雅尼的部分呢，只要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要做土地的开发哈，自然生态的利用，我们多觉得都要主张啊，一定要经过当地部落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的这个意见。我要凸显的就是，其实人民有向政府求救，但是我们的政府回应了什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原住民族基本法农，我这边有一个农委会的函，他们要求贵会原住民族委员会解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请您示意涉及本会就是农委会全管业务推动相关的事宜，建请贵会您确认这个会复。那么其中为第二点，为保障原住民族权益，有关直接事宜本会原则尊重，为事宜各点涉及本会全管业务，建请贵会厘清确认。
未立践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等等的。简单的说，就是农委会呢有心，似乎看起来有心想要解决一些原民土地的争议，要求原民会来进一步解释原基法第21条到底如何限制或规范了政府应该要这个提出的这个权责。那么但是呢，这个是一个103年的一个要求说明，12月15号的说明。那请问原民会有没有认真回复农委会？喂，因为你现在提的都是那个103年，我们可能要再查。好，那我要讲的就是，那我想要跟委员说明的是说，其实他们现在在问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所谓咨询同意它的内容。有哪一些是需要咨询同意，那他们很希望会里面能够说能够支持他们的看法，但是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再去。好，这个很细节哈。那我请问一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的划设的办法，还有受限制所生损失之补偿的办法，还有諮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参与方式的相关的办法。我知道最后一项你们刚刚一读送进来了这个内政委员会，但是另外两项在过去8年，我们的法律都规定，政府我们的原基法第4条规定，原民会应该制定这3项法规命令。原民的这个，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来制定？如果法规的命令没有制定，如果人民的求救我们无法回复，给我们自己原住民族的弟兄姐妹提供保障，原住民族过去，我说原民会在过去这8年做了什么？我跟委员报告哈，刚刚委员所提到的这21条啊，其实事实上啊，是对我们原住民的权益有非常巨大的一个关系了。它相关的这个办法定起来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是会牵连到相关的，不会也不是我们原民会爱怎么定就那么容易定了。但是我们愿意哈，委员既然提出来了，我们会来检视究竟这21条所谓的它必须定的相关的执法还有多少我们来看。主委，您是我很敬重的前辈，最后给我1分钟。您的前老板就是前任的主委孙大川，高升到了监察院当副院长之后，日前送了一份原民会执行原基法的成果调查报告，结果给你打了一个不及格。你们两位前后任的主委是马政府执政8年以来主要占了7%原住民族政策的执行者，但是一个在上任后，您有说您在你的任内要完成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海域法、原住民族互助金库条例，这您说的没有完成。那另外一个呢，是先跳到了监察院，然后回过头来做了一份报告，说感慨万千的说，2008年之后无法完成原基法的立法。我引用里面的话，里面说增加原住民族之失落感及对政府的不信任度，给你打了一个56.25%的立法的执行率的成绩。主要的立论是说，16种应定的执法里面有9种法案没有完成。我很替你叫屈，因为任期超过你2倍长的前主委孙大川，当上了监察院的副院长之后，您接主委，结果回过头来写这样的报告，您有何感想？跟委员报告，原住民的法案呢？不是原住民说修好了或者是制定好了就照着我们的意思通过了，这还要经过大院的审议。好，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大院没有。主委，您是前辈，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在这里咨询您的机会。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请问您，您认为这个国家对原住民族是不是公平？基本上啊，我觉得是逐年，都在改善中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谢谢主委。好，我们请陈莹委员。主席，请主委。有请主委。陈委员好。主委好，最后一次在这边咨询您好。还有赶上还不错，谢谢委员。本席呢，为了让我们的族人能够有车位，顺利的返乡，那参加文化祭典，的这个文化传承的工作，
从我还没有上任，还在选举的时候，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到处奔走。那除了在我们在民进党中央，我们在政策研拟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跟主要在研拟政策的一些重要人士，我们在探讨这样的一个可行性。那从那个时候，得到大家的支持，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政见里面。那有幸我顺利当选了之后，我还是继续为这件事情奔走哈。那本席曾经到台北车站抗议过，也开过记者会，提过临时提案，也邀集这个相关单位哦，台铁、原民会还有等等这个相关单位开过非常多次的这个协调会。那本来以为这个案子要胎死腹中，或者是明年才可以开始执行，但是呢，在这个院会总质询哦。我们在本席质询过这个张善政院长之后呢，那院长也指示政务委员来赶快来推动这个案子哈。那么本席昨天得知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是说希望能够 push 让他在今年就可以开办，好，所以我们就发文给主计处跟这个。审计部来研究这个预算执行的部分。那本席在昨天得知哈，我们昨天也开了一个协调会，那得知说今年在本席多次的努力跟要求之下，今年的七月到八月哈到九月中间，有这个花莲台东原住民返乡指定车次加挂车厢的试办计划。那是不是请这个主委能够简短说明一下这个计划的这个内容？跟委员报告，我首先非常肯定，也非常谢谢委员，我们是东海岸的这个原住民啊，每年哦，包括春节，包括文化的祭典，我们都使用哦花东的铁路。那我们都知道花东铁路一票难求了，所以委员哦，即使帮我们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案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哦我们目前的规划呢，是这个样子，因为呢。早期啊，大家想的想法是用专列的方式，但是专列会有一个问题在，就是专列万一没有哈、坐满，所有的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就变成政府要负担了。我们认为这样子恐怕会有问题，而且院里面的三月份哦，习政务委员召集的也认为用预算哦来补贴个人买车票、也不太符合哈、预算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用加挂的方式。那我们所以加挂的话，其实在这个时段的选择上就可以比较弹性比较多。加挂的方式就是说，可以吼长期的，每当哦七月份到八月份东海岸举办哦各部落举办丰年祭的活动的时候，它都可以哦在周末会加挂列车。那加挂呢，如果没有坐满，那所有空位呢由铁路局来吸收。就比较好了。那我们只要过票的方式呢，我们准备跟电信单位，对，你应该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订票系统的设计。跟电信单位，我们要设计了一套还不错，听起来还不错的系统，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会加订票的方式啊，订票的方式，诸位好像不是很清楚，谁要帮忙一下？我们看看他昨天协商的结论。你让他来讲。好，谢谢。有关你讲快一点，没有时间。我的那个定位方式，未来我们会涉及到线上的定位系统，提供我们的乡亲同胞就他所愿意搭乘的车次来做定位。那我们做统计之后，会交给台铁把那个火车票提供给原民会，我们再来交给我们的乡亲同胞。所以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直接辨识是不是原住民的身份。可以，我们有我们的资料库，可以来马上辨识出来。好，那我想这个七八月，你们从七八月开始，主要是阿美族的丰年祭了哈。那你们的这个计划呢，是有含，就是说除了东部干线之外，也有含南回线吗？这个部分昨天跟台铁讨论结果，台铁它还在评估它的运量了。目前因为我们要做东部干线，它已经把南回线的那个车厢都调度到台北，那是不是有办法再增加南回线？台铁要再评估。我想本席昨天也有跟台铁提出要求了哈，因为居住在这个高雄哈或者屏东这个南部的阿美族人哈，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阿美族的丰年祭嘛，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人口比例上不会比像在桃园新北这么多，所以本席也有要求台铁，好，就是至少。也许量不用那么多，但是它还是框一个
比较少数的量，好，来因应这个南回也是一票难求的现象。好，那我想在这边也谢谢原民会的配合啦，好，换了一个单位就速度快很多哈。好，你请回座。好，谢谢。那我很快在主席，我很快把最后一个问题问完哈。好，谢。是这样子，苗栗原民处这个降处的事情哦。从也吵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基于这个原基法的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哦，直辖市及辖有原住民族地区之县，其直辖市县政府应设原住民族专责单位办理原住民族事务，其余之县市政府得视实际需要设原住民族专责单位或自专人办理原住民族事务。请问？这里所指的这个原住民族专责单位是属于几级的单位？报告委员，我们已经跟相关的部委协商后一个结论，所谓的一级单位就是指现在县市政府的一级的单位，哦，是一级的单位。所以它就是这里指的这个几级的单位，它是指一级嘛，哈，那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再来，苗栗县政府呢？他们把这个原住民族行政处从一级的单位降为二级单位，改为原住民族事务中心。那请问原民会，你们对这件事情做了什么？我们从开始跟委员报，我们从开始就跟苗栗县政府说，这个是违背哈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第八条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希望呢。这个苗栗县政府要审慎哈，一定要经过当地原住民族的意见哦。他们呢，如果有意见，我们还是要尊重当地原住民族意见。但是苗栗县政府拿的是他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他们认为哦，你中央不应该啊干涉地方政府，这是宪法里面哦是个保障的，是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的范围。他设什么机关应该哈？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所以是变成一个竞合的问题了。所以其实你们反映的就是说，要尊重当地原住民族人的意见嘛，好，这是你们的回应嘛。但是我想本席应该在这边提供一个意见跟要求了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制度法的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自治规则与宪法法律基于法律授权之规法规，上级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或该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抵触者无效。所以苗栗县政府的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组织规程，它虽然是苗栗县政府是依据苗栗县政府组织自治条例的定好的这个自治规则，但是这个自治规则一开始它就在这个定义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的这个层级定位上，它就抵触中央法律的这个原基法第八条的规定。那按照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它就是无效的。那所以在这个再者哈，依地方制度法的第三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哦，原民会。你可以直接函告苗栗县政府，那这个苗栗县政府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的组织规程它是无效的，所以本席希望原民会你们要正视这个问题。那因为这个苗栗县政府这个例子如果一开了，后面哦可能会有骨牌效应，很多县市他们因为有这个总量的限定嘛，所以骨牌效应那大家都互相争相的仿效哈，我想其他这样县市的跟进会冲击我们原住民的权益，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求原民会，你要依据这个法规立即函告苗栗县政府，他们的这个苗栗县政府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的组织规程是无效的，也要同时要求这个苗栗县政府依据原基法第八条的规定，修改苗栗县政府组织自治条例。设置属一级的机关或单位的原住民族专责单位，跟委员报告，因为这涉及到内政部和地方制度的相关的前者机关哦，当然不是我们原民会哦，先不说它这个无效的就是无效了，但我们但是委员你的建议我们把它记下来，本席不是在这里跟内政部来空口无凭的乱说，我们是依据法规都帮你们找好了，你们就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也依据地方制度法的法规了，你们应该要更积极的态度去赶快去发这个函，这是本席的要求，待会也会提案。好，谢谢陈委员，我们有请
黄昭顺委员。哎，主席，有请林主委。哎，主委好。委员好。哎，主委你好，我想今天早上大概看了您在这边答询，我觉得你真的很有修养。那基础上来讲，我还是建议你，我想各个族群当中，我们在台湾这块历史里面的确有造成许多历史上的一些伤害。那不管是沈葆桢，不管是刘铭传，他们都有一定在我们台湾历史的一些地位。所以我对于刚才你在质询的过程当中，可以还是很平和的在这里叙述一些历史，我还是对你表示一些钦佩哈。那另外，我想从民国七十一年一直到现在的核废料，诸位都很清楚。是。当然，对兰屿的居民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那基础上来讲，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可以说是，不管我们要送到国外去，好，送到国外去，我们几度也跟其他的国家接触，或者是我们要送到哪里去，在立法院都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包括环保团体。好，我们当时也试着送到其他的国家去，但是也发生很多的挫折。我想主委应该都知道这一段。我非常了解。嗯、那刚才当然几位委员说，希望你在最后这二十天能够把这件事做好，我觉得显然是给你强你所难，所以我本席具体跟你做建议，你这几天应该会碰到新的主委，对不对？对。什么时候跟他见面？我还没有跟他联系上，因为昨天才刚刚发布啊。因为你会，因为他是我，这是前朝时代最后一位的主委嘛，所以你也很熟嘛。那我是他的主任秘书，也是他的副主委，哦、所以两个人应该非常的熟识，非常的熟识哈。对对。那他当时交接给你的时候，也把没有把这一项列入交接？应该是没有，没有列入交接嘛哈。对。那我本席建议你，你这次要交接的时候，具体跟他列入交接项目，希望他交接了以后，看也限定一个时间，把这个核废料的问题解决，可以吗？我们会增加这一项，他能不能解决，我们真的期待。你具体跟他做建议哈。高难度的工作。第二个，你应该也会跟经济部长新的部长会见面嘛哈？跟经济部长是吧？对。不一定会见到，不太熟，所以我们那我们行政院会还会再开会嘛，对不对？那对对，还会再开会。对，那本席也跟你建议，你跟经济部长，我们现在经济部长建议，部长还有机会。你应该认识他吧？认识认识，他是他的父亲早期是在我们原住民地区当，在宜兰的南山国小当校长，所以他对原住民非常熟悉。所以你也很熟嘛？对，非常熟悉。对，所以本席也具体跟你做建议。你跟我们现在的经济部长建议，请他把这件事也列入新的经济部长要交接的重要事项，请他们列时间来处理。我觉得你对原住民就大功一件，这样可以吗？好好，那接下来我要请问你几件事哈。我看了这个，你对这个几位委员的提案，你都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尤其是原住民的住宅政策。对，好，那现在原住民只有 57.8% 是有自己的住宅，是这样吗？在都会区里面是这么低了。在都会区只有 57.8%。 对对。那在原住民区他们自己有多少？73%左右。73%。 对对。那根据本席的了解哈，就是大概每一次重大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迁，换句话讲也不能讲迁村啦，就是例如大爱村，例如雾台村，当时莫拉克台风的时候，给他们做了蛮多的住宅，对，安置的住宅。安置的住宅。那你对这几年来他们在那些住宅里头，他们住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整个原住民文化的保存，你有什么看法？或者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我跟委员报告哦，这几个项目你那里。乌拉鲁兹对，这个长治百合，还有包括莱伊的，还有包括台东的这个嘉南的这个住宅，每一个永久屋的环境，跟他的住宅的造这个它的形式等等造型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因此的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都非常谢谢当时善款来支持他们做整体的一个规划，在文化啦语言的传承上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他唯一啊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因为迁住以后啊没有把他过去耕种的土地一起带来了，对，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的产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要思考就是怎么协助他们在现在的这个永久屋、哦、提供给他们土地的这个发放，对不对？对，所以我本席在这里要特别跟您提了哈，对，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在做建村的改建，对，就改建了以后我们在追建村的文化，是是，对，那这一次永久屋的这个设置，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们整个原住民的文化至少还把这个根留下来。对。但是相对的，就是说他们在土地上面的取得，我想尤其是大爱村那边、嗯，我想当然我们也很感谢郭台铭先生，当时用了一个叫做那个永林有机农场。好，但是永林有机农场108位。其实他们每年都亏损，诸位应该也知道嘛，哈。是是。那108位的这个他们的员工里面有88位是我们的灾民，但是他们现在觉得，也就是说这几年下来，他们不觉得说他们是在做一个永续的农业，而是在做一个打工，所以他们非常，当年我们本来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承诺说3年要给他们有一些配置土地，我们当时有这样做，有这样子承诺他们，但是到今天为止已经历经应该有5年的时间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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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包括、山上的包括我们这些永久屋等等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存在着，我不知道主委在这最后的20天能不能再为他们再做一些事？跟委员报告，大爱的哈，大爱的园区的这个部分，因为不是很单纯都是原住，还有其他非原住民。当然，他还有这个小林村，像乌拉鲁兹啦、贝阿里那里都是原住民比较聚集的地方。像乌拉鲁兹啊，现在我们把它开发后，用我们的资源哈来挹注他们，成为后屏东地区最大的咖啡产业特定的示范区。所以呢，他将来在这个部分的产业，但是你在土地上，下个礼拜我就要去剪彩。这个土地上，你能不能给他们有自己的土地？现在关于土地的部分，地上物跟土地，现在暂时土地的部分哦，还没有移转给他们的当事人。这个部分你现在有准备要怎么样移转吗？跟相关，对，就地上物是他们本身。所以我想，主委哈，每一个村每一个村，对，他们的文化我们把它保留， 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根，但是这个土地。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是一个永续的，而不是在做一个代工的？我想这个部分是诸位你必须要。我们的原民会的委员啊，很多都来自灾区啊，他们在我们委员会议的时候也提这个案子。那我们的结论是，因为有的部分是非原住民的保留地了。对，只要是原住民的保留地，我们原民会要马上。我希望诸位你就这个部分哈、哦，对，能够赶紧来处理。是。那我想时间最后。我想对阿里山的咒族文化、嗯、是跟那些咒族他们住的地方、哎、您去关心过了没有？有。你觉得那么目前的状况？前任的阿里山的乡长是我高中的同学、啊、哦，所以我都对，你怎么每一位都认识？ 我怎么每一位都不认识？在那边的，但是我想他们住的部分哈，是包括要给他们可以能够长久居住的环境，的确是需要再重新再来。我想阿里山的部分，其实我每一年都会上去。哦，是。那我觉得不舍，尤其是他们原来住的地方，然后因为现在因为是国家公园的关系，所以有很多能够那个环境上的改善，显然远比我们这些永久屋来讲是远不如我们这些永久屋给他们的照顾。包括他们的山葵文化，是，我想这些都有必要，我们不要再跟它扩大，因为要扩大的话，可能对水土保持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是，但是他们既有的部分，我想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本席要求您跟林务局做一个协调跟沟通，把这段应该保存的文化把它保存下来。我跟委员报告，因为我跟那个杜乡长还非常熟。对，委员，你今天的叮咛哈，
我会后我会跟他联络。我想我不是叮咛的，我是要求部分哦。我看看，我想充分了解一下。好，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中山村的社区，本来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个评估计划，是，但是现在无疾而终。那整个的环境，我希望主委最后的时间再去看一下。我跟杜乡长再充分。你再跟杜乡长去看一下，应该给他们最安全，而且最卫生，而且最好的环境，因为基础上来讲，那边还是我们国家在发展观光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要把这个中间给大家看，心脏给大家看，周边我们还是会去做深度的旅游。所以我希望主委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能够把这几个部分再跟林务局再做一个协商，以及乡长，我们在中央可以给他协助的，我们在最后再给他们协助。谢谢，好不好？谢谢，好，以上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黄兆顺委员对我们原住民族的关心。那主委，请您多多的，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原住民努力啦。好，我们下一位吴玉群委员。主席，我请林主委，有请林主委。委员好，主委好哈，我这边其实蛮关心原基法的这个问题啊。那原住民基本法里面，其实第十八条里面有定了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综合发展基金的收支管理办法。对，那里面其实对于原住民的相关的住宅哈，有做了一些建构修缮住宅的信用贷款哈的保证，还有天然灾害的时候也有一些。住宅重建专案的一个贷款啊，我想这部分都有相关的法规规定。那我本席因为承接了这个上两届哦，陈杰儒委员哈，他关心在山鹰部落，大家主委应该很清楚，山鹰部落已经长期以来的问题非常的难解哈，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解套的方法啊，由我们这个国有财产署也释出了公有的土地，那也议。在算是在附近盖了一个就规划了一个地方哈，那现在图也有了就在请照了哈。那现在政府出资的部分，或是来自政府公部门的公有设施，它大概也都弄好了哈。那捐款哈，也有企业的基金会捐赠了。那其他还剩三分之一，就是由我们原住民本身要自己自筹哈。可是现在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这是一个自立造屋哈的一个社会住宅，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的好啊，因为我觉得原住民有它的特殊性，它就是其他一般住宅也许就回到营建署的社会住宅里面去处理，可是，在原住民有一些居住的形态的需求，比如说情聚或是在河边啊这样的一个居住的形态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一个案例是非常好，可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原住民部落的大概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族人哦，没办法取得银行的征信跟贷款，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可以透过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综合基金来取得贷款。跟委员报告哈，委员，因为你点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了。我在102年的8月1号就任以后，当年的9月份，当时的新北市的副县长就到我的办公室，他要积极面对山鹰跟西洲这两个部落。是。那尤其呢，这两个部落他们希望能够积极来改善。那他特别跟我提到说，他们愿意用新北市政府的名义向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借钱，由他们来担任担保的这个责任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就同意他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在这个过程中啊，那因为这两块地啊都先后都是经过整地以后，他必须要做公共设施，那我们也同意公共设施由我们补助三分之一，所以现在公共设施都好了。是，现在上面的这个建筑物啊，那公部门就是政府部门补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由住户本身哦，要向哦行库去融资贷款。那现在新北市政府就要对我要有承诺啊。当年你跟我讲说要由你们的名义啊跟我们借钱啊，但是现在他们呢，很像不一样的一个说法了。他不太愿意帮他们来做担保了，现在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正在研究要怎么样去解套了这个问题。可是这计划已经进行到一半，
那卡在你们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到底谁要当担保的问题，那我们民众端怎么办？我觉得应该要面对，赶快面对。大家都想要想把它盖好，案子放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所有的公共设施弄好了，是，而且呢，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都设计好了，都要请照了耶，嘿。对啊，这都不能丢在那边不管呐、啊。是啊，而且解决长期以来山鹰部落拆了又，我们再面对，再面对一下。主委，你虽然快卸任，可是后面那你们的后面这些幕僚都是全职的这个公务人员，我觉得他应该对这件事是一定要非常清楚，而且积极协助。他们都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看起来又变成中央跟地方在互相角力哦。那我是比较期待说山鹰的一个协助山鹰的这个问题哦，担保可不可以用专案来处理？我想哦，这个部分我们先跟新北市政府协商看看，我觉得还是要先协商，因为他们当年的承诺是说由他们跟我们借钱，由他们担任担保这一批借的钱。可是担保这个议题是银行担保的部分，现在是由我们原住民的朋友自己要去盖屋的过程，或是所谓的这个盖屋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些成本、啊。不是，他们是说直接跟我们先借钱，然后由他们新北市还我们钱。至于呢，他们拿了钱以后是怎么去处理？是，那是新北市政府跟他住户的问题。现在这新北市政府连跟我们借钱都不愿意了。哦，这问题是在这里了。所以新北市也不愿意跟你们借钱。对对对，他都要我们直接出面跟现在的这个住户要。由于我们直接出面帮他们担保，就变成这个样子。我刚讲的意思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希望是我们再协商一次，原住民朋友来跟我们原民会这边，透过的是综合发展基金来跟这边做一个银行的借款，那你们有担任担保的角色。这个关系，我觉得不能把行政中央跟地方之间的争议，然后放着让原住民朋友自己好不容易解决，快要解决问题，而且这一次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一个社会住宅。只租不卖，而且是公有地释出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如果这个都没办法成功，那以后我看都会市的这个社会住宅很难盖成功，而且他们是自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己在盖。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很期待这件事能够来促成。我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案子啊，因为呢，我就住在新北市，所以你非常了解。我自己是长老会的信徒，我们常常在西周部落做礼拜，所以对那边的亲朋好友都非常认识。那边总共34户，山鹰总共有42户，他们所有的重建的这些工作我都很了解，我们也很乐意想帮他们的忙。新北市政府给我们的条件，当初我们都很觉得满意啊，但是现在他们有变卦。我必须要重新说真的啦，协商政府的处理，政府的协商应该是你们自己要努力去协商，不能让民众端这边受害啊！哈，所以我想帮忙解决问题是最重要了哈。那我想我们的行政幕僚应该要一起来帮忙协助解决哈。那另外我一起邀请那个营建署有关住宅的部分，请一起上来好吗？谁可以一起回答？好，营建署，因为我们28条这次在修法里面28条之一哈。有提到，不好意思，我就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问了啊。那有提到说，政府应该于公有土地兴办或奖励民间来兴办，后面又提到说要征用跟无偿拨用，这样变成民间在取得土地上的一个来源是没有成本。我不晓得营建署这边对这样的一个建议哈，法令的建议，它会不会有圈地的问题？还有会不会像过去国宅的一个问题，所谓的公有土地或公有财产私有化的问题？因为后面还有转卖的东西。报告委员，关于原住民基本法这个条文，因为最主要新建原住民住宅嘛，不管政府新建或是奖励民间新建，因为对原住民的特别照顾，所以这里是原住民委员会的一个权责。是，所以不跟我们住宅法没有抵触。没有抵触。所以可以执行。就要看原民会这一边。对，那原民会有多少钱可以执行？因为我知道营建署钱比较多嘛，原民会的钱有多少钱可以执行？就事实上，现在我们关于住宅的部分是没有编预算的、啊，而这个法通过以后，恐怕就要去积极要去征集预算了。在谈法源的时候没有预算，这怎么谈下去？而且我们认为现在28条之一大概不是原民会的前者吧？
哦，所以现在是属于营建署的前者。哦，所以是营建署的前者来。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哦，并不是只有不是只有原民会的，是各部会对不对？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所以哎，营建署。原民会，原民会怎么？他对不起哦，所以这样一谈又是两个部会的问题。那原民营建署，对不起，我刚刚又退，把它丢给你了。我想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原住民的住宅政策，其实在原住民的组织法还有储物规程里面都有提到，原住民住宅政策是他们的执掌之一。是，所以我们所以如果修了28条之一的话，你觉得还是原民会这边要组织去推动，所以我们会尊重他们的处理，嘿，因为我们照顾的是全体国民，我们针对原住民在住宅法里面也已经有规定了。我其实很想跟主委讲哈，我们都市原住民房居住的关键是在他没有能力负担，你盖好了他不一定付得起，贷款贷得起，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好，那我觉得在这个高房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政府应该是协助居住需求，所以社会住宅是一个解决方法。那自力盖社会住宅也是一个方法。对，好，不一定要去跟委员报。其实我看28条之一啊，它是一个社会住宅的另外一种形态。可是它又卖，它又卖了这个概念，就是中间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社会住宅只租不卖嘛，它这个是可以卖，但是地不能卖，像这一类型可行不可行？可是他们付得起贷款吗？好，这个就是后面的问题。我觉得要审慎思考，不要都立了一个法，然后自己原民会也会自己扎自己的脚。好，谢谢吴委员。好，谢谢委员。那我们待会做一个调整，就是高金素梅委员发言完，我们休息10分钟。那有请高金素梅委员。谢谢主席。有请主委，谢谢。有请林主委。委员好。主委，谢谢你啊，刚刚很勇敢的提到了刚刚这位委员所提的问题哈，我也请一下内政部的地政司，刚刚那位是地政司是谁？国民住宅是吗？刚刚那位女士，国民住宅陈淑坚吗？陈淑坚副组长是不是？好，麻烦您一下。你好，陈组长，陈副组长，本席对你刚刚的回答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你们每次谈到原住民的时候，就要把它推给原民会，好像我们是化外之民一样？我们的老人年金，内政部也把它推给原民会，然后在原民会的预算里面编列，然后在外界看起来，原民会的预算非常的多了。我就不能理解耶，为什么原住民所有的相关问题，你通通要丢给原民会，然后一般的老人的年金全部都是编在内政部，然后原住民的你就把它推给原民会，然后对外告诉说，哦，原民会的预算有增加了，增加哪里啊？增加是本来是全民的这个老人预算了，你刚刚又讲那个住宅，然后要推给原民会，本席是其实不可为哦，请你回去，谢谢。主委，是，我相信您在这个位置上，你做了2年，对吗？是，谢谢委员。你心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感触。嗯，应该有。有没有？应该有。就是本席刚刚说到的，只要是相关原住民的问题，其他部会就推给原民会，这是钱啊。只要是有关系到原住民的一些尊严的业务上面的，他们也不想要征询原民会。我觉得很奇怪哎。你能不能够在这边抒发一下您的心情？520马上要到了，现在我们原民会主委也已经布达了，公布了。那你马上要离开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可以跟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分享一下，这2年来你做一个行政长官，应该算是原住民最高的行政单位的首长，你心里有什么感触？我个人哈，这个从事原住民事务前后大概有40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哈。其实原住民的地区啊，占全台湾的53%，但是呢，很像政府从来没有很重视啊，这53%它的建设，包括它的资源，包括它的人力，包括它的行政等等，哦，所以呢，因此原住民的事务啊，推动起来都会造成，无论在经费在人力都会不足。那我们要协商相关的中央的部会呢，往往哈，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说。这个你们成立原住民族的委员会或原住民的专责单位，就是要处理你们的问题啊，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其他的部会来去，来去帮你们然后去处理？
所以因此造成了原住民委员会无论在人力上面，我们就想林务好了，其实原民会在主管这个林务可能还不到五个人，你看看跟林务局有几千人相比，是，但是关于原住民地区的关于造林啊等等，像这一次的进法的补偿的条例，是最后的我们变成主管机关，这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未来这个像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建议了中央相关部会有将心比心，能够站在原住民整体台湾整体建设发展的一个角度来去考虑原住民的事务，住宅也是一样，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住宅政策，其实事实上早期政府就已经决定了把所有的整体的我们全国的住宅事务就是由内政部来主管，是，所以现在我们原民会做的只是最中低收入户原住民的新建跟修缮的补贴而已，我们不可能再回过头来又要把住宅政策拿来自己做，是，我个人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又没有钱又没有人力，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民会的状况，对吗？对，现在是这个样子。诸位，其实呢，在我们谈原住民的基本法的同时，楼上司法委员会正在谈到转型正义，然后呢，这个转型正义其他部会都邀请到了，原民会有没有被邀请？没有。我手上有这个转型正义，他们第一条就说，为促进转型正义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特别制定本条例。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与结果，其转型正义相关处理事宜，依本条例规划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它第二条写的，本条例主管机关为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转会）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及行政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的限制。促转会隶属于行政院，为独立机关，依本条例第四条到第七条所定的原则规下下列事项：第一个，开放政治档案；二，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产；三，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四，处理不当党产；五，其他转型正义事项。我从来没有看到原住民的问题，报告委员，不晓得诸位，您对这个转型正义这个促进。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呢、我觉得最适合的是第二条最后一项，最后一款那个部分，其他转型正义的部分，因为呢，我觉得现在原住民最要主张转型正义就是土地。好，因为1985年既然讲到转型正义，原民会没有被邀请谢谢了。你有什么感触？你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应该听听我们原住民在转型正义，我们希望转型正义的有没有转型正义需要的一个问题了。真的，我觉得土地是，当我们谈到国民党的党产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往前？在日本殖民时代的时候，原住民的土地怎么流失的？对，如果这些东西不谈的话。如果转型正义没有邀请原民会你出席参加表达意见的话，这叫什么样的转型正义？这是不是只有做一半？诸位，您抒发一下您的感想。我知道你对原住民历史是最清楚的。因为这个转型正义如果只有检讨的是某一个部分呢，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当作没有看见呢，我觉得是还不够完备了。那其实对原住民来说最巨大的转型正义就是土地，因为1895年、日本呢发布的所谓的日令26号，就是委员常常提到的，是就是特别就是官有，就是这个嘛，对吗？关于官有的林野及这个日令第26第一条，无所有权状以及其他可确定的证明卷的山林原野，全部属于官有，也就是藩地等于无主地等于国有地，对吗？对，全部都是。然后到1928年，他们呢森林的事业的规程里面，也只有划归高沙族的保留区24万公顷，是，其他全部都是官有。所以台湾光复以后，我们跟国家承租土地来居住啊，像这些都没有回来啊。好，这是属于大面积的嘛，是不是应该要转型？我手上还有一个资料，是 Ivan Nogan 的翻译，林瑞昌先生的日文手稿。对，这个是大报社的问题。然后目前呢，这个地方叫做大阪根，是不是？
对，大板根。大板根。对 对, 对。上面的建筑物就是林瑞昌先生的，而且是我们应该算是民进党事务负责原住民事的目前呐、啊、一万多干的手稿。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些朋友们，当民进党提到转型正义的这个条例的时候，完全没有原住民的问题，我就不知道大家的思考跟感受是什么。尤其马上要上任的我们的主委也是原运出来的一将，那我们在场也有民进党的委员，我不知道你们在跟你们党团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原民会被排除在外，原住民的问题也没有在转型正义里面谈到，我不知道这个转型正义我们大家是不是要接受。所以事实上我今天感触很多啦，我们下面在谈原住民基本法的同时，司法委员会就在谈转型正义，可是并没有邀请原民会。所以诸位，我们要努力了，委员，这个法现在还在讨论中，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天在这边对话。大雁的诸位原住民籍的委员，我们合力嘛，潜意识要不会天上掉下来，要靠大家努力争取。你有没有什么最后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族人？因为可能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你在立法院帮委员抒发你的情绪跟心情。谢谢大家的帮忙。那我们原民会做得好不好，不是我们原民会要打几分了、啊、留给我们原住民自己的乡亲来心中给我们打分数了。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再继续努力。不过主委，我在这边给你打气了，我在这里已经五届了，经过了非常多的主委，对，我要平心而论给你打成绩，我觉得你是最好的一位主委啊，不敢当。而且呢，你做了非常多，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哈，在这边给你鼓励，继续加油哈。虽然你退休了哈，离开了这个位置，我们一起再携手合作，把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真正找回来，好吗？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主委。那也谢谢我们高委员高金柱美委员，真的我们原住民真的有需要大家一起来，那是否能借大家的双手那个给主委掌声一下？因为刚刚高金柱美委员，对啊，因为委员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接下来我们请高路委员。谢谢主席，有请主委。啊，请主委，主委你好。好。主委请教一下，什么是传统领域？这个根据哈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的规定哈规定，现在还这个法还没通过。那里面的定义，他特别提到。请问一下，那我再请问一下，传统领域。你让我说完嘛？你既然问我传统领域是什么，你总要让我说完。你说土地及海域法还没定嘛？对啊、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那你就不要问我啊。请问一下，传统领域是不是原住民族的固有权利？我这个我觉得你没有让我说完，我先。主委麻烦你，请问一下，传统领域是原住民族的固有权利？你认同吗？传统领域既然已经有列在法里面的草案里面，要希望能够解决，当然是原住民的未来的。那我再请教一下，原基法的第二条所规定的原住民族土地是什么？原住民的土地在原基法第二条里面规定是原住民的保留地跟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土地啊。很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依据两公约跟宪法的保障。那国家本来就要应该尊重跟回复这样的一个传统领域土地的权利，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传统领域是不是因为没有划设就不能被承认？传统领域是什么？因为呢，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所谓的传统领域没有给它做一个界定，没有一个定义，也还没有划设，使之它欠缺法律的基础。这是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很好，那我再问一下，请问一下传统是什么意思？传统就是指这一个民族里面自古后延续下来后生生不息，大家后习大家相沿后承袭的一种。因此我再问一下，一个制度啊，很好，主委答得很好。那我问一下，那传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关于传统，它其实也是先于现在的中华民国，它才是传统嘛？不管是我们用在原住民族的定义，是不是都有传统两个字？如果你要问问题后，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究竟想要知道什么？你不要一直考我传统了，我的中文不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传统领域是不是先于国家？那它是不是回得起来？它是不是固有权利？我已经跟你讲过，传统领域既然已经列在原住民族的基本法，它是我们原住民固有权利，对不对？是还是不是嘛？权利。当然他是啊。OK， 那我问一下，那为什么他还要经过划设？他是不是应该是要用恢复？哎，你不划设不知道他的范围有多大啊？那请问一下，你调查了十几年，那你恢复是什么恢复法？我还觉得奇怪。原民会在什么时候去调查传统领域的？那你们当时调查传统领域的定义怎么来的？我如果我的理解哈，当时啊，前朝的时期。提到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很严谨的一个规范，只是要求部落的人有经验的。所以意思就是你现在要推翻过去的调查咯。好吧，委员你就继续问好了。好，我继续问。哦、那请问一下，台东黄金海岸度假村以及新园的养鸡场的这个事件，当时原民会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跟做出什么样的表态？来，跟委员报告，我们都有要求他们要践行原基二十一条的传统领域嘛？对 对, 对。那因此就是传统领域，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一个操作上是被承认，而且它就是固有权利嘛。在实务上来讲，我们现在在行政上，我们是主张说它是已经是应该要被承认，因为法律上有。好，我只要知道原民会行政的作为上，其实在各机关都希望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授权、啊、好，我只要知道原民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请问一下，那传统领域该不该排除私有土地？跟委员报告哈，传统领域的部分呢、啊，我基本上我们评估过，假如你把私有的土地啊，也划在所谓的传统领域，要经过原住民族征询他的同意哦、啊。这个真的有违背宪法第十五条，
国家对人民的财产权的保障，也跟民法里面所有权的，包括使用收益处分完整的这个所有权的概念有一些。好，谢谢主委。因此，你认为就是有关于传统领域涉及私有土地，还要斟酌是涉及财产权。那请问一下，当我们的政府在订定有关于海岸管理法，它涉不涉及私有土地？那我们在做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它涉不涉及私有土地？它有没有私有土地？它是不是有把私有土地排除？我们这那我再问一下，有关于就是我们的空间规划，它在私有它的私有土地跟公有土地有没有这样的区分？我跟委员简单的跟你说明，当初现在的21条为什么只有提到公有的土地，是因为公有的土地的部分啊，没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牵连到宪法跟民法所有权的规定。所以我现在想要告诉主委的意思是，我现在要告诉主委的意思就是，基本上21条的知情同意权根本就不是财产权的问题，它是一个所有权的问使用权的问题，并没有排他性。那我刚刚问了环境影响评估，它有去区分私有土地跟公有土地吗？其实这个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跟你这里所谓的原住民族的传统，因为它这个21条的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是为了什么？行使同意权是要尊重当地原住民的意见啊，很好，没有错。那请问一下，它是财产权的概念？假如你家里的水田啊，你要使用公道还是要盖房子？请问一下主委，你现在也是因为酒局下拜是用这种态度对本席吗？我觉得你这样子问我们我没有问出，我就一个一个问你啊。我都很尊重，我每一个问题都问得非常的理性，是你没有。你让我说，你都没有一句。我让你说完啊！我刚刚有让你说完，可是你说太长，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够。我想现在应该不是因为酒局下拜的关系吧？我根本没有什么酒局下班了，包括告诉你，我现在还是第一级上半级啊。好好好，很好。那我们就继续讲。今天圆明会回应的这个东西，我卸任就不会再问这件事了。圆明会回应的回应本席的东西就是，今天事务啊，无论再咬、再野、再吵，无论你在民间都要关心。好，我希望就是主委站在有关于知情同意权，现在很多的族人面临到很多的开发，好吗？你们如果协，你们委员，你们协商。我发现主委，你一开始就带着一个预设的立场在回应本席的问题。我们也支持了，只是后来怎么执行了而已了。我愿意。那我再问一下，如果你们对于法律的理解，比如说刚刚你说我们有落差，这里有一条你们的回应，有关于行政行为的太阳繁多，你对于我21条的修法，行政行为这个有意见，我想请问一下，陈情处理是行政行为吗？哪一个？你是指的是哪一个部分？陈情的处理是行政行为吗？所谓的行政行为是依照就是行政机关他主动的依据，你们的依法的行为依法所做出来的行为，那陈情是行政行为吗？行政处分跟行政行为，陈情处理是行政行为吗？很大分野。而且在21条这里面有强调，所谓的行政行为是涉及部落空间范围原住民族土地利用之限制，或影响原住民族土地上权利或义务。请问一下，这里有你们所提到的一概适用、不分宣制，其实其实务推动是否具可能性跟可行性，要求本席多予考量。请问一下，这个法令的修法，行政行为它是涉及有一个范围的，请问一下有不分宣制吗？委员时间到。那陈情处理是行政行为吗？我非常尊重委员的权限，今天你的意见我真的愿意听听诸位我们原住民族的委员怎么看你的修法的意见，我们的原民会一定都站在支持的立场，你们只要有结论，你们八位是新的名义，针对我们都会支持。对于就是这些法律名词的认定跟态度在，你提了很多很多的意见，我都觉得很有道理了。我们待会儿留给等一下协商的时候大家来处理嘛，好吗？这样子会比较好了，好不好？
好，都有笑容，可以。好，谢谢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陈怡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主委。请主委。陈委员好。主委好哦。那个主委，刚刚我这样看好像对高金委员比较客气哦，对一路有比较凶一点哦，两个都是美女，要温柔一点啊，要温柔啊。对对对，高委员温柔一点，温柔一点。问政哦，你要让对啦，高路高路，这同样都是哦，在一个台子上面哦，你要让哦对方做一个说明，就要让他讲完。我觉得彼此之间呢，相互尊重，更何况我们都是来自原乡，没有必要要弄得这么样哦，讲不下去了。来消一消了，消一消，不论一局上半、九局下半都不能爆冲了，不然等一下我怕新新闻还是哪一个周刊下一期封面是你，这样不好了。好了，我们来讨论正经事，就是针对那个原住民立委，目前我们上次有讨论过有关那个复数选区制嘛，对不对？目前是这样。那针对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看起来似乎民进党好像是因为瓦利斯贝里，所以瓦利斯贝里这个条款，对不对？对，就是说到底要重新选举，还是要直接有六选投递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上一次其实就有很充分的讨论过了哈。那请问原民会身为原住民的主管机关，主委就以你的专业跟角度，你也了解就是整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或者包括在选举的时候的整个结构，那你觉得你这样恰当吗？支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我跟委员报告，我对刚刚委员提到这个问题有两点浅见供参考。第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选出来的这八位原住民族的委员，如果他们有共识，因为他们是新的民意，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假如没有，我们应该要回到这个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的，国家应以民主意愿保障原住民的地位跟政治参与。既然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应该让这个问题让更多的原住民的民意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走向，才决定究竟是递补还是补选比较好。我是才比较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主委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部分应该还要再多听一些广泛的意见，如果包括跟委员报告，如果八位委员有共识，我们尊重这新的民意。其实我觉得你不可以说只有八位委员有共识啦，因为其实原住民的整个，其实这就是我想跟你讨论的。其实目前认为，其实真正的选举方式其实应该由原住民透过他们自己的模式呈现出来，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说原住民自治的这个问题哦。那透过16个族联合会议凝聚成具体的制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你说原来是八位，其实一直以前都是六位嘛，那是因为这一次不分区多了两位。那到底这个产生的方式是应该由中选会内政部决定，还是你说的就是说采纳原住民会议的这个决论？任何的这个形式，其实主委你是认为应该还要在研拟，还是说应该在广泛的研拟？因为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知道的。跟委员报告，其实中央选举委员会长期以来对原住民的选举，无论是不是要取消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的划分，选举区怎么调整，他都非常尊重原民会的意见，会跟我们商量。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势必中央选举委员会如果做到非执行不可，他也会跟我们。对，所以主委的意思是说，基本上还是在因应在更广泛的一个意见嘛，不应该就是说只是直接说。因为其实亲民党的主张很简单也很明确，其实上一次我们就讨论过，其实我们不希望特定的修法是为了特定的政党或个人啦。好，所以这一点主委你应该是可以赞成啦。对，对不对？对。好，那所以不论是原住民立委出现缺额，就是说像主委所说的是应该递补，由落选投去递补，还是要补选，其实我们都认为应该是从下一届的立委
再来适用，因为这个部分这一件你应该在听取广泛的意见也好，或者是尊重整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的结构等等，或者包括说参与参政的这个权益哦。那本席你觉得呢？是不是应该先从好我们这一届修法 OK， 但是真正实质的实施应该从下一届开始？非常同意委员的高见，对哦。所以主委也是认为应该要从下一届的立委再开始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讨论一下，就是有关那个原住民自治的部分啦，哦，是，因为原来大家外传，反正都说外传的原民会主委原来是瓦利斯贝里，然后呢，现在可能是要特定修法了，还是说要去当威婉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变新北市议员这个移将拔路嘛，哈。那其实他不断，不论是即将新的执政政府，或者是这个新的要上任的这个主委，都说原住民的自治法是他们要努力推动的。那我记得我曾经有请教过主委，就是说到底原住民族的自治法什么时候可以推动？这应该是一个时间点，容不容易推动？那一刚开始可以最快可以达到的是哪一些东西？我想听听一下主委你的意见。报告委员，我非常诚恳的说明，原住民自治法从民国1990年迄今呢、已经历经15年，在大院呢、进出5次都没有通过。为什么没有通过？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第一个，原住民自治要不要有领域的问题；第二个，原住民自治政府它的财政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一次啊，未来的这个执政的政府在不到一个月，它就要上来了。根据总统啊新的这个蔡总统的政见，他特别提到未来原住民自治要有空间分离的概念。是我特别会对这样的一个政见呢很好奇了，因为如果空间分离啊，我们所说的花莲县16个乡镇市，对，就是全部都是原住民地区啊。嗯，那要请傅昆萁之众告诉大家说我要废县，因为要原住民要自治了。嗯，台东县呢就立岛市平地乡镇，要请黄建廷县长到立岛去上班，做得到，那这一点困难就解决了。第二个就是财政的部分，特别明定要参与中央的统筹分配税款的资格，换句话说要修改现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嗯，那委员你在业里面这么多年，你觉得原住民的自治政府如果参与统筹分配税款的参与，这样子来修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容易不容易？所以我现在想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所以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以你主委，你就是因为在这也2年了嘛，然后也非常深入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跟活动的参与，所以我想说，那如果是以你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原住民自治这个东西，只是目前听起来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只是很空的？哦、如果有办法解决这两点，大概都不会说很困难呐、所以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过渡性的暂行的条例。主要的原因，所以你刚所提到的那，我们暂时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来先做其他可做的。那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先可做的？如果以你的，你觉得可以什么先达到？就是说，如果这样说来，其实推动这么多年，其实原住民自治，听主委的意思，其实要推动上，其实是非常的困难。那到底有哪一些可以先达到的？根据我们当时拟这个自治法的草案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让现在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第19条跟今天我们讨论的第21条这两个非常困难执行的，希望呢回归后让自治政府来去执行，特别是原住民的狩猎权要怎么处理，关理后这个林木啦，吼，境内的采集怎么处理，水资源的这个怎么处理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有自治政府的在，让他们来去把关去处理，对大家都是好的啦。其实主委，我这里想谈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讲促转法哦，所以说促转应该，我认为还是要先帮原住民的正义先转一转啊，因为说真的这样听起来哦，才对原住民自治比较有实质的意义啦。是，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就是主委这部分能够积极的去表态，虽然人家没有邀请你，但是基本上就是还是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去表态，毕竟就是原住民的权益或者保障原住民的一个基本的传统文化，因为刚
刚高金委员有说，包括说一些地域上的一些分类等等这一些哈，都希望就是主委这边能够去积极去捍卫原住民的一个立场。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就是有关那个自用狩猎的部分。因为14日初审过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草案嘛，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就开始会有一些争执，譬如说开放原住民非营利的自用狩猎部分，那自用的定义到底可不可以？主委，请你帮我们定义一下所谓自用的定义。跟委员报告，我们原住民想的都不会太复杂了。自用其实事实上是家里自己使用用的，这样子为限呐。可是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团体或动保团体会出来说，哎，原本法令已经让原住民文化，譬如说祭仪的时候或者狩猎野生保育类的动物，可是现在开放非营利自用狩猎，好像事情变得很严重，因为就像我们所提到的，营利或自用其实很难去定义。那这个部分是主委借这个机会可以去做一个说明。跟委员报告，今天为什么大家对原住民的狩猎文化，跟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还有包括野生动物保育法，有这么多的意见？主要的原因啊，在我们原住民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平衡点有一点像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跟野生动物保育法稍微有倾斜。我们感觉上，我们原住民的狩猎文化，没有被公平尊重的对待。所以希望能够拉得平衡一点，大概只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了。所以我们大家来讨论，应该是可以。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明清楚啊，不要造成说原住民跟一些动保团体的一个对立，其实这个对大家都不是一个善意的事情。哦，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林主委？哎，孔委员好。啊，主委你好啊。那个，我想现在是原民会啊，主委可能昨天报纸也登出来了哈。是。那这个主委是确定是即将卸任了。对。啊，那我对主委啊，这个几年来啊，我是有一些感想哈。我要在这边要跟主委分享，这也许是主委到立法院不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哈。第一个是主委是我所认识的哈，是最负责尽职的一个我的老长官了。在民国77年到82年，当时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还没有成立，省政府那时候还有一个民政厅第四科三地行政科，当时内政部啊。成立了民政司，成立三地行政科，第一个中央成立的主管我们原住民事务的单位。那段时间，啊，就是77年到82年，也经过修宪，三胞改为原住民。那段时间，我很荣幸能够跟主委共事啊，所以我觉得我是蛮怀念呐、啊。那段时间，我们内政部民政司三地行政科只有4个人的编制哦，4个人的编制，中央原民会，啊。中央原民会我们是76年成立，中央原民会是85年才成立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政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在这边是要特别是要啊为我老长官了哈，林主委啊，他是从基层干起的哈，分发公务员是从台东县延平乡的乡公所的村干事，20多年之后能够高升到我们行政院原民会的主委，完全是因为主委您个人的努力啦，啊，您的表现，啊、您的认真，这样。委员呢，应该是你的协助啦。你跟着我共事这么久哦，真的非常谢谢你。这个是我要讲一些老实话，所以在行政院原民会，我唯一要叫长官的只有林主委啊，其他的可能都还是我的部署了哈，我就不说了。啊，包括我们的阿浪处长，就是我们以前台北市原民会的部署。第二个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原民会的主委已经发布了嘛？以降拔洛尔哈，那以降拔洛尔是在现在是新北市的市议员，他在最后一年民进党执政的最后一年呐、啊，担任了一年的原民会的主委。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做的时间太短了，才一年。事实上他可以有所表现，没想到昨天呐、啊，发布他啊、要准备接任我们原民会的主委，等于是在回锅了。那以降也是不错哈，他也是蛮，但是我是希望。
未来的原民会主委要能够像我们林主委这样，林主委是我所认识，我在立法院十二年了、我所认识的，从那个从瓦利斯贝林啊，一直到那个这个瓦利斯贝林下来是一将巴洛尔，下来是张仁香、孙大川啊，然后是到我们林主委，这几个主委我所共事的，在立法院所碰到的，最能够弯下身段，能够跟原住民的立委听取我们原住民立委的心声跟建议的，啊，就是我们的林主委。所以我希望我们未来的主委哈，要能够学习像我们林江义主委这样，啊，能够尊重我们原住民立委的意见。包委员，不要再继续讲我了。等等份啊，谢谢你。这个，因为我想说，我花一点时间，我要肯定要夸奖你是应该的了。我也愿意跟委员报告，然后新任的主任委员以江先生哦，他当主委的时候，他用我当他的主任秘书，也用我当他的副主任委员。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敬业，也有很高度的民主意识的一个哈、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我很高兴哦。由他来接手，我们非常希望未来原住民事务在他的接手之下能做得更好。我也希望呢，他跟我们立法院的八位原住民族的委员哈，能够相处得非常好。对，我希望我们原住民不要分什么党派了。那我真的在这边也要为我们这个陈营讲几句话哈。昨天为了这个狩猎钱啊，非盈利自用啊，我们经济委员会是已经一读哦，不必经过党团协商。那因为前天有动保团体啊到立法院来抗议，啊抗议之后找了民进党的柯总召，硬是要把我那个还要再重新复议，还要再经过党团协商。大家要想想看呢，我们原住民的猎人十几年来230多个被判刑的，大部分啊都是判刑6个月以上。原住民打猎为了自用啊非营利自用还要被判刑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动保团体哈、跟我们原住民的猎人之间，原住民团体之间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昨天我真的很高兴，昨天我们为了表示关心我们原住民猎人的文化，昨天是陈英委员他召集了跨党派的原住民的立委一起来召开一个记者会，这个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我从来没有看过说我们跨立委能够跨党派的因为原住民猎人的议题，大家能够共同来关心，我真的是很感佩从来过去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打猎的问题不分党派也不分族群的包括那天我们在经济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非营利自用，我那个版本几乎民进党的委员、原住民的非原住民的委员都很认同，都很支持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讨论下来，大家都能够支持，所以那时候是不惜党团协商但是呢动保团体就刚刚陈委员执行者会特别说明关于原住民的狩猎文化跟现在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跟野生动物保育法在这个横品上面有一点像另外一边倾斜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原住民的乡亲。近十年来被判刑的有230人左右，每一年被征信的相近有200人左右，所以可见问题是很严重。是，那个是侵犯到我们原住民的人权的问题嘛？对，我们打猎的问题嘛？对，侵犯到我们原住民传统文化核心的嘛？上一次我跟那个在这边开一个公听会。开了3个半小时，最后半个小时请了动保团体的3个来发言。我们前面3个小时原住民的乡长猎人讲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完全都没有一个对话跟交集跟沟通嘛。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当然要解决原住民的打猎的问题我们还有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那个也要修正那个就是属于内政委员会的我们只是做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那是在经济委员会。我想这个主委在这边真的是要肯定你了这个我是很少在这边因为这个主委是真的这几年来真的很辛苦而且能够这个能够听取我们立委的意见我是希望未来的主委这原民会的主委
啊，能够我们现在立委之间呢、啊，已经是有一点跨党派的一个共识了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开始。我希望我们原民会啊，特别是行政单位哈、啊，就不应该有这种党派之间，啊，该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议题，大家一起来合作来努力。对，啊，原住民族基本法，我认为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原住民族基本法不是说今天修什么条文跟内容啊，让这个原住民基本法更好啊，能够复利它的一个内容。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行政机关完全都不重视原住民族基本法嘛。第21条哪一个单位有在遵守？啊，农委会林务局啊，他应该要检讨他的一个狩猎办法啊。哪一个单位有在遵守呢？原住民族基本法是束之高阁的。对行政机关来讲哈，等于是一张废纸。今天我们怎么修啊？当然也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是要要求行政机关应该要尊重啊，遵守我们立法院啊所通过的我们原住民的宪法，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啊。每一个行政机关都应该要主动的来检讨嘛，有些不适宜的法规就应该要检讨啊，来废止。啊，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行政院各部会应该要尊重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个是我们原住民的基本大法嘛。啊，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陈其迈委员。哎，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主委。陈委员好。对，林主委你好哈。这我还是要谈一谈转型正义的事情啊。是，因为这个你即将卸任啊，那现在是国民党的政务官啊，那卸任之后呢？就变成在野党的对原住民事务算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原住民族相关事务的意见领袖了。那我当然期许说主委卸任之后也不要说那卸任后就没事，对于原住民的一个事务啊应该还是要参与，那甚至对原住民族的权益呢应该要挺身而出，捍卫原住民的权益。谢谢委员的期许。那这个是我对主委的一个期许啦。那你也知道说我对原住民的事务都非常关心。那假如过去在质询的时候对你比较不礼貌，那也请主委多多包涵。那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对于原住民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照顾，这个是不分蓝绿不分党派。谢谢。那马总统啊，刚刚我听了这个庄瑞雄委员的一个质询啊，讲到这个马总统即将卸任啊，从去年的11月27号啊，他就把几个总统府的厅都做了一些改变啊，包括这个现在看到的中山厅啊，还有这个渭水厅啊，那还有这个金国厅啊，那最后当然是在277号会议室啊的所谓的民传厅啊。那刚刚其实主委啊，你讲了一半，因为民传厅我以前在那边开会，我知道那个地方了哈。那个其实是内部会议堂用的一个会议室，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说就是要把它挂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厅啊。那马总统当时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也有这个保真厅啊，沈保真。所以马总统把他个人对于偶像的一个崇拜延伸到整个国家建筑物的一个命名，我是极其以为不可，不管任何人，那其中当然是民传厅啊。那刚刚主委语带保留，我刚刚对你的期许，在卸任后作为一个原住民族事务，一个推动者或者关心的这个领导人，你对于民传厅，假如
蔡总统担任总统之后，哦，那总统府换了主人，你认为民传厅是不是要改名或者是把它拆掉？就作为一个原住民族事务相当熟悉的人，或对原住民族事务了解的人，啊，你觉得妥不妥当啊？跟委员报告，哦，如果站在一个原住民的观点来说，对，哦，这个刘铭传也好，沈葆桢也好，他整个对台湾的功过如何，我们在这里，哦，不做评论。但是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哦，对，其实他们两位可能对原住民有非常很深很深的伤害。对，我们这个部分是历史上所铭记了。对，例如说像沈葆桢，哦，他主政期间发动了东海岸几个非常巨大的这个民主战争，包括大港口事件，歼灭了整个大港口社，嗯，像我是大港口社的后代。对对，还有包括加里湾事件，把格马兰族跟萨吉拉亚两个族群都歼灭掉。那当从原住民的角度来说，很难，哦，说他们是心目中的民主英雄啦。对，会有这样的一个观感呢，啊。对，把它放在那边听的，把它放在一个听的一个名称呢，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我们因为你说把它放在这里怎么样？没有说要，请问一下原民会，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所以不是，你现在是原民会主委嘛？哈，我现在问的问题是说你假如卸任后了，那有一天，大家在关心说这个到底要不要拆不拆，哦，那作为一个原住民的立场，我听你的意见，你认为这个是有争议，哦，对原住民来讲过去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你认为这个是不适合啦，对不对？是有啦，嗯，是不是这样？对，基本上历史上的记录应该这两位，哦，都一定对原住民很大的伤害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座有没有卑南族的？有没有我们的行政官员？我知道我们的陈营委员是卑南族嘛，啊，有没有其他卑南族的？有没有？举个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哦，后面都没有。在哪里啊？卑南族怎么坐到那么后面？来，我有机会让你来坐在站在最前面。来来来来，上来，我的时间要扣掉，快一点啊。对，哦，我要质询你啊，赶快上来啊。怎么的不要？怎么可以拒绝？哎，欸，主席啊，他时间要把我扣掉，他站在那里就，他是我们原民会的官员嘛。没有，他哪有这个？哪有吓一跳？那来就备询呐，啊！来，包委员，他这个第一次到立法院哦，第一次，哦，紧张了。那我让他永久的怀念呐，啊，哎呀，啊，我让他表达他的意见啊。作为卑南族的议员，好，哦，我刚刚在讲的，你觉得啦，哈，哦，刘铭传这个铭传厅，哦，这个你站在原住民卑南族族人哦，你现在代表卑南族的族人的立场哦，不要这个，哎，这个严肃的问题，这个，要不要拆？招牌要不要拆？你觉得适不适合？铭传厅适不适合？会不会伤害卑南族的感情？我给你机会。你不要看后面啊，他这个主委都要卸任啊，而且他也赞成我的看法。我现在问你，你代表卑南族的立场，不要打 pass 啦。原住民是台湾原来的主人啊，你自己根据你的想法讲就好。来，讲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暂时先拆下来。啊？我觉得可以暂时先拆下来。什么太大？暂时先拆下来。暂时先拆下来，好，好，谢谢。你真的很有政治智慧了，哦，你讲暂时了，好，哦，这个暂时这一句话其实应该是适用我们现在520之前先暂时拆下来了。以后民进党执政，我会建议蔡总统就把它拆下来。这个对于啊过去啊，刘铭传其实他对台湾有功有过了。对了，哦，但是呢，他在所有的字迹里头对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的开山抚番，哦，他其实是对原住民族的屠杀跟武装殖民，哦，包括你刚刚讲的1887年的卑南的吕家旺社之役，这个几乎把北洋舰队的这些用大炮在对我们原住民。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讲到说，这个是跟转型正义有关，因为他涉及的就是说当时开山抚番嘛，对不对？所有的汉人就去全部把所有的这个原住民就赶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原住民的这个部落这山上的这些所谓过去的所谓的山地乡嘛，对不对？那当时的胡适的这个爸爸就特别还批评当时的刘铭传相关的做法啊。他讲什么？他讲说，相关的这个开山抚番，其实就是
把这些过去的把这强占这些土地，屠杀这些原住民族，对不对？所以他深深的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当时清国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是一个，这个强占土地的一个政策嘛。所以转型正义，我们当然要去处理啊。你刚刚在回答委员的时候，你说你不清楚蔡总统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他的理由是这样啊，他就是在承袭过去这些包括这些历史，哦，原住民族被压抑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的一个观点，我们要平反啊。那你具体应该要去处理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土地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假如政府在处理有关历史的平反，或者是转型正义，你只要去没有去处理土地这一块，那这个转型正义是讲的等于白讲嘛？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我非常同意。对啊，所以涂海华为什么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时候，为什么涂海华一直在行政院没有办法出来呢？啊，我们几位原住民的委员，包括这个郑天才，还在指责罗英学当时的委员长政务委员，因为当时这个案就是被罗英学卡住啊，不是这样吗？所以很多原住民的委员，我想包括你在内啦，哦，当时你应该是副主委嘛，对罗英雪都有很多的意见啊。所以你看罗英雪当时把所有的原住民这些转型正义相关的法案就卡在行政院，现在才送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主张，哦，我主张我们应该是要诚实的去面对这些历史的问题嘛。在处理转型正义的部分，你要把过去的这些汉人沙文主义的这些历史把它拆下来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还把流民船的招牌放在上面呢？对不对？那过去这些历史的所遗留下来，包括土地的问题，包括给予原住民自治的问题，包括怎么样让原住民在经济教育上能够认同自己是过去原来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主人，我们当然是必须把相关的这些法案能够尽速做审议嘛，包括三海法这些传统领域的这个部分要赶快做定义啊。你不可能说原住民自治，那你他没有一个这个空间土地的权利跟他的固定来源，对不对？哪像说马政府四年500亿啊，把所有的部会包括山林保育都算在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相关事务的预算，这样合理吗？那当然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我主张了哈，涉及到这个部分，我也建议新政府，哦，所谓的我马上就转型正义的委员应该把原住民的这一块的代表要纳进来嘛，对不对？处理原住民的土地的问题，你怎么可以不去碰触这些最核心的原住民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嘛？非常同意。所以对你非常同意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来回头过来讲，当有一天你这个你下野了，在野了，对不对？那有一天你带着你的族人来到这一个行政院或者是立法院，那你还是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啊。所以即使你马上结束，你卸任主委之后，好，那搞不好有一天你带着卑南族的族人来说，叫我们要把这个流民船厅把它拆掉啊。好了，没关系，对不对？时间到了啦，是不是这样？我也对我的意思在期许你啦，作为对于原我大家都很尊重你，对于原住民相关的事务，哦，即使你这个下野，我们都还是好朋友，我们都还是好的伙伴关系，哦，假如说新政府做得不好，我们也希望说你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教，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好不好？好。我们要延长时间吗？我这样讲了哈，我先征询各位委员意见。本来我今天是想进入主条，所以刚才有很多委员说中午要休息，然后因为意见不一样，要来调整。那陈其迈委员刚来找我，他是说干脆今天就答询完了，等新的主委上来再来处理。他说意见好像很分歧，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说要等到新的主委上任再来处理条文的话，那我们就延长时间把它都执行完，大家同意吗？啊，现在在处理什么？要审吗？要审，那现在就休息啦。妈，那不然我先提一下三林部落好不好？我先讲完。什么？哪里每个人都要先讲完？那就讲到。马上就完了。对啊，我知道马上就你。那每个人上来都会跟我讲要先讲。姚文智也进来说要先讲完。那个大的啊，照顺序嘛，那就休息，下午再继续开会。对。不是，因为我本来是想要今天进入主条。
好，我再跟委员会报告一次。那刚才那个主秘去跟几位委员讨论了以后说，大家的意见南辕北辙，所以希望今天就不要进入逐条。那如果不进入逐条，那我们就希望今天就现在，爱哪边延长时间来叫屏东啊呢？啊？应该叫你啊。好，那我们延长时间。好，那现在继续请。那你们再商量一下，看要不要进入逐条哈。等一下，等执行答询完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那严明会已经有叫便当了，是不是？好，那就我们不用叫，是不是？哦，够了，好。那好，就花便当啊，一面花一面讲哈。就花便当啊，就吃便当。来，请廖国栋委员。啊？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好吗？这廖委员好。那个在那个廖委员答询之前啊，你们讨论一下，看等一下要怎么样哈，好不好？好，因为时间很短，我们就简要的保享的事情啊，跟主委做交换意见。谢谢委员。虽然临去秋波嘛哈，但是其言也善，你可以把一些你心里真正的想法哈，提供出来啊，不管是现任的这个主委，或者是现任的新政府啊，让他们变成一个。你的话会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哈。当然，我们谢谢很多的我们区域的这个委员呐、啊，能够为原住民仗义执言，特别是原住民的土地的这个议题啊，已经十几年来哈、啊，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我觉得这个议题啊，基本上是原汉之间的一个要努力的这个。地方啊，不论是国民党，不论是民进党，都一样，对待原住民的方式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希望所谓的转型正义啊，能够带来让原住民有机会啊，在土地这个议题上，在海域这个议题上能够翻盘哈、啊。那最近呢、啊，有几个议题非常非常的令大家呢讨论啊，就是有关台东的美丽湾的事。这个美丽湾的事，当然这个跟原住民后续没有什么关系，是跟台东县政府关系比较多啊，责任大概也都在那个地方。但是我曾经有一个提议，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了哈，好像以前我也跟你说过。对，这个美丽湾饭店呢、啊，看起来要持续经营的可能性真的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啊，因为整个大环境。对他们的继续经营其实不是很有利的，所以我提议把这个美丽湾饭店呢、啊、卖给原民会，然后在那边设立一个原住民的文化或者是生态这个教育中心。按照县政府的说法呢，大概用10亿就可以买了啊，那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晓得主委对这样的一个提议有什么看法吗？这个委员的第一次提这样的一个看法，大概在我认为没有机会再去思考要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啊。不过我们把它留下来哦。那改天我碰到那个新任的主委的时候，我跟他提看看。那可是最大的问题哦，还是环保团体哦，是那边设一个构造物在那个海边边边上面，有没有哦影响当地的？所谓的环保的问题恐怕还是在这个地方了。假如说买了以后结果我们也不能用，那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应该是可以用了，就是看怎么运用，不能营业、是他们比较关心的。我们不一定要营业，我们来把它当作一个教育训练的一个中心，但是不经营它的这个房间或者是旅馆呢这些的业务就可以了。那个构造物很大很大，一个构造物。对，因为构造物非常的大，所以你要把它打掉是难上加难呐、啊。是而且平白的把一个新的从来没有使用的一个建筑物就这样打掉，
这个县政府会赔不完呐、啊。是啊，台东县政府本来就是，捉襟见肘的一个县政府，现在要他赔这个是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我的提议以后，很多人同意耶，白浪同意啊，我不晓得今天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委员呐、啊，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是很认真的。三年前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回了这个话，我说应该卖给原住民，让原住民来好好的运用，它会代表一个教育的意义，因为当时这个建筑物本来就是有很多灰色的地带才建起来的可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来注意这样的事情。那么因为它位居我们的海岸又位居原住民地区如果它变成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教育训练中心是非常棒的构想。我看那个多章好像很想讲一下他的想法。好，我们就看看请土管处他们。跟我们的土地有关。跟委员报告，这个他那个梅里湾的重点是他不希望在这个沙滩上有那个建筑物在那边、啊、所以如果是以这个为条件的话，其实他就不可能会希望它存在。所以刚刚委员提说是不是用钱买，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先确立那个当时的争议是希望那边不要盖一个硬体的设施在那个海岸，在那个沙滩上。那如果它可以存在的话，可能后面就像我们讲说后面那个他们市场也可以营业啊，营业。他们最后争议的是环保，刚刚主委讲的是环保的议题，不是土地或者是地上物，不是。他们就是希望那个地方不要有那样的一个营业的那样的一个大的量体在那个地方，影响整个沙滩原住民的活动空间都受影响。但我跟你讲的是后面如果它现在是可以存在的，那是不是要去架构？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先确定那个东西到底他们当时不希望它存在的是什么。你们应该说我们来研议了，这个我们再来研议。第二个呢，主委，他的这个美丽湾旁边呢、啊，就有一个富山禁渔区，我了解，禁止阿美族下去采集，甚至去取用我们海域的阻挡了我们的权益了。我不晓得你过去对这个事情有过什么样的一个接触？我听过，或者是处理，而且我们坚决的反对，我们坚决的反对，因为那个海岸的地区是原住民长期以来啊，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了、啊。对，过去就在使用的，是我们原住民哦，阿美族海上活动哦，甚至海上采集的，很重要的一个区块啦。而且我昨晚告诉你，我最近问了县政府，他说现在有五个禁渔区，一直到你们长滨啊，对，一直到长滨这个沿海啊，有五个禁渔区。设定是200公尺，后来他把它延伸到400米的样子。所以我今天的提议。对，希望我们委员们能够支持，让这个海域进入我们的19条里面。对，我们划在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的海域里面的话，他们这个禁渔区根本就是违反的宪法给原住民的相关权益，也违反了原住民基本法的规范了。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力表达。对，那么第三个呢？我最后还是要谈到预算的事。我们今天提议啊，让这个预算呢、啊、能够按照人口数来编列。当然一看这个会增加200亿的经费啊。那么你过去你们的经费一直都在70-80亿上下嘛，对不对？有没有比较多一点现在？大概都是在那个数目字啊，因为国家的财政没有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之下，都是维持原来的一个规模了。所以你最真正的问题是这样子了，委员，因为原住民地区、哦、如果单纯是为了原住民生活的需要的这个预算、哦、其实这个费用你现在人民会是够用了，但是因为延伸到公共建设，对，包括道路，包括农路，包括特色的等等，显然的、哦、以53%的领域用这么少的经费去挹注来去改善，我们想象都知道它一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缺失在。所以你过去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也曾经据理力争过，你们的预算的那种经验是什么？我们也都非常这个坦诚的说了，尤其这一次这个大院的高金淑美委员去拜会这个张院长的时候、我们特别就道路的部分，我们也要求国发会能够重视从宽对我们特色道路预算的。今年有增加吗？105年
他的预算的规模好像没有什么增加，也没有增加嘛。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提案能够通过，哦，我们希望原住民的这个整个相关的经费啊，能够足以应所有的基层建设乃至生活的改善等等了。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请洪忠义委员。洪忠义委员，洪忠义委员不在，请周成秀小委员。周成秀小委员，周成秀小委员不在，请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张立尚委员。张立尚委员，张立尚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请吴其明委员。为什么改赖世宝？主席我们各位与会的贵宾我请我们主委上主席台。那请主委。委员好。主委好。主委，我请问一下关于我们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目前有多少钱？目前因为我们综合发展基金它有两个分基金，一个是综合发展基金跟就业基金。如果单纯就综合发展基金的话是97亿。还有97亿。97亿2000万。但是在今年105年度，因为我们要从里面要提拨一部分，大约是14亿要挹注在我们的进法补偿的费用，所以这个97亿会相对的会要减少很多，我们还要靠行政院的挹注了。好，诸位，对，因为本身上关心的就是我们原住民尤其在咱新北市，包括我们三林部落，包括南京部落，包括我们的西周部落。因为每一遍我过去担任咱的市议员、官议员，每一遍若拄到风台的时阵真侪咱的行政首长拢会去部落来劝导、来劝谕。但是咱的部落族群伊拢会当讲是一个弱势团体啦，所以伫弱势团体，咱的不管讲过去县政府、市政府不管州县长甲咱的副市长，伊嘛是拢一路想办法要来解决讲咱的原住民的问题。尤其伫这部落，尤其伫丰泰，拢是伫咱大汉溪、新店溪，这拢是非常危险。所以伫咱部落内底有真侪经营，我相信讲诸位你拢非常了解。因为伫咱的部落内底，为呾是海景的问题，无得讲大水来的问题，所以拢是真危险。尤其伫咱过去，伫咱新北市，咱会当讲成立一个咱的原住民园区，伊的土地面积将近3公顷，你也知讲伫龙恩街，这个所在是寸土寸金呐、啊，好不容易有这个土地，有这个基础建设，了咧，咱原住民，咱的原委会，你拢无主动去推动，尤其为着担保，你安尼甲放弃，甲搁置伫遐，实在太可惜，对咱原住民尤其恁的主人，你拢真清楚嘛，尤其伫咱的市区，伊拢属于弱势团体。所以担任原委会主委，你一定要有担当，一定要讲赶紧去推动。好不容易有一块土地，基础建设做好，不能再闲置那里。我要不要回答一下委员？好，跟委员诚挚的感谢，非常关心三鹰部落跟西周部落。那还有一个南靖部落，对，这些几个要重建的这个部落。那我们跟新北市政府其实在102年就讨论要怎么样去重建的问题怎么样去安置的问题。那原来的公共设施的部分我们都愿意补助它1/3来做好，那现在大家都已经完成了，剩下就是自立造屋它的地上物，那这个融资的问题。但是新北市政府的态度是由他们出民要跟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来借钱，然后呢由他们来偿还，就是换句话说由他们来担保，然后这些钱呢他们再去协商跟其他的行库来跟住户来商量。那中间呢因为有一段期间呢新北市政府有一点点改变，不过刚刚因为有委员执行这个问题，我们的业务单位马上问新北市政府的态度，他们的态度现在
回到原来，就是由他们来出具跟出具名义跟我们借钱，然后来给这个住民哦来贷款用。所以因此呢，这个问题大致上应该可以解决，会很快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跟委员特别要说谢谢。对啊，新北市市政府愿意，我们原委会，我们原民会这边一定要来配合啊。对，我们会配合。因为这件事情，这是关系到你主任大家的权益啊。对，我们原来就是要配合。对，配合的那个合作的模式，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刚刚我说的，由他们出居民跟我们借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的钱来做。可是隔了两年，我跟委员报告，他们来跟我们商量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敢出具名义，由你们自己直接跟着民众。我说你们当初的条件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但是现在不管是我们新北市也好，我们原民会也好，其实我们是主管单位，对，钱也是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有90几亿，就算由我们原民会来做担保来盖给我们原住民的同胞，这也是很好啊。你不能说因为为了一个担保就把它搁置了一两年，那对我们原住民同胞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个问题应该都解决了，跟委员报告都解决了，他们新北市政府已经刚刚的来，就是跟我们的业务单位跟协商，他们马上就要去处理这个部分，跟我们来融资了。好，都解决了。那如果有改观，安尼好，这是哈，那原住民哈，谢谢委员，真的，谢谢委员的关心。因为在我新北市，我们都很接触很多原住民，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原住民的处境。是。因为哈，原住民也算是我们新北市的弱势团体，所以讲真侪哈，咱的原住民啊，咱嘛爱鼓励真侪，好，咱的不管讲吼公家也好，私人机构也好，嘛是爱讲吼，会当讲用什么奖励。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业基金嘛，要怎样来扶持我们原住民的就业？其实这个部分哈，主委，虽然讲存无偌久的时间，但是这段期间嘛是赶快努力，相信讲未来咱的移将，含你嘛拢是过去拢有同事过，原住民的权益，原住民，未来，咱一定要认真来个思考，跟委员报告，我自己本身就住在新北市啦。嗯，所以新北市的原住民的活动大部分都参加，那也都很了解新北市原住民的现况，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心在新北市原住民的发展，包括他们的文化的传承永续的问题，包括他们的这个住宅的面临的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我们都很关注了，跟委员报告。好，那新北市历任的几位这个原民局的局长啊等等尤其是新北市的我们原住民局的议员，也即将出任我们原民会的主委未来对新北市应该是更熟悉，有很好的一个注意好，希望我们原住民住宅赶快落幕。至于他们的贷款方面对，我们可以说乐而不足嘛，反正我们的原民会这边可以做的您就尽量做，大家都知道。虽然讲哦，在咱的地方原住民，你讲想要叫伊讲拿出那些资金来，他真的也有困难，所以这点拢是一定要去解决。好，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姚文智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请主委。请主委。姚委员好。好，这个主委你好哈。刚刚这个廖国栋委员说，这个他的意思应该也是酒局下半的意思了哈。那他希望你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你刚刚好像也提到说，不管是有关于美丽湾的处理或者其他方向那也都能够跟未来好像未来我们已经提了这个移将拔鹿儿当这个原住民的主委希望能够继续的无缝交接不是那个取人头的无缝就是跟委员报告我还没有问你好。
哎，你要讲什么？没关系。其实，这个以江当我们的哈、哦、主任委员的时代啊，我是他的主任秘书啦，也是他任内启用的这个副主委。其实我的两个职位的调动都是他当主委任内。你是说在新北市吗？不是，就在原民会最后一任的时代。哦。所以呢，他这一次又回任当主委啊。换句话说，我们两个人最熟识的两个人呢，互相交接业务，所以应该是会达到无缝接轨、那你会继续再担任他的副主委吗？哦，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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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业务上面会无缝接轨。好，那个今天我们当然这个以原住民族基本法为基础啊、哦，我们不管是原住民族的经济发展基金啊、哦，或者是相关的其他的措施啦。谢谢。那坦白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啊，还是原住民族的自我认同跟文化。啊，那如果文化或者是族群的认同啊没有办法被保留啊，这个其他的这个不管是预算增加啦，或者是说这个基金、哦、可以拿来使用房屋的补贴、出租、修缮、哦、这些我觉得都没有来的这个文化还有族群的认同重要、哦、那这个过程呢、啊？这个过程、哦、我想是大家要继续共同努力的、哦、包括刚刚齐迈委员所提到的、哦、还有高金素梅提到的，这有关于转型正义的问题。有关于历史真相还原的问题，有关于自己族群历史，然后认真去了解它跟台湾社会发展的这个真正的处境跟定位的问题。其实这个浩大的工程啊，从台湾民主化以来到今天啊，应该我们都还没有完成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啊，我想其实刚刚除了提到这个民传厅啊，好像有。我们有很勇敢的哈，这个九局下半的救援认为说应该要拆掉哈，其实还有很多了，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这个我知道有的地方其实包括像民传路，包括像保真厅，这些或许啊，在整个时代的意义里面，其实它都要重新看待的，当然还有更多这些。都不妨来进去讨论啊。不过今天本席啊，要特别有一个主题哈、啊。你知不知道新北市有一个丹凤国小的附设幼稚园？主委知不知道？我知道有丹凤国小。你知道有丹凤，但是有一个他的附设幼稚园，他有一个沉浸式的教学的幼稚园。你知道是？你了解？你有了解他怎么做吗？基本上因为我没有亲自去看过，那个沉浸式的教学最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幼稚园会播一段的一个时间，由原住民级用原住民的语言跟原住民的文化的介绍来跟原住民的小朋友来一起哈、哦，来游戏上课的一个情境、啊、让他们从小就有接触这个原住民的语言文化的一个情境，在这个沉浸式的教学是参考。国外的一个做法，所以你了解？我大致上了解，你了解，但是到这个实况我没有去过。来，我们在场有谁去参观过、了解这个？这个、教育文化处的处长，请来协助一下。对不起，我咨询资料在下面。来，这个效果怎么样？这个两位回答一下。被目前的效果非常良好。非常好，对不对？这个我想在场的朋友大家也稍微看一下哈。这当然跟我们一般人，我们大家讲沉浸式教学啊，沉浸在通常是英语啦、美语的环境哈，然后来便利他学习这个英语啊。可是这是台湾这个第一所啊，第一所。那第一所，我觉得这不是，也不是教育部的政策。坦白讲，也不是，应该也不是朱立伦的功劳，也不是你原民会，其实是有一位这个非常有这样原住民意识的一个园长，对不对？
他可能是自掏腰包，我待会问问看你们有没有补助了啊？他自掏腰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幼稚园正好在周边呢，有十几位原住民的小朋友，那其中有十位是阿美族，所以把这个原来的教学的教材，这个自己努力把它编成阿美族语，然后利用沉浸式的教学，那不但小朋友族语这个学习的不错，家长啊，包括家长，很多家长啊，现在也不是只有原住民这样子啊，很多河洛语的家庭、客语的家庭啊，有些家长也不见得讲得很好，结果这些家长也跟着也学了这样的一个这母语。这位是，哦，我是教文处处长。处长啊，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跟委员报告，这个沉浸式幼儿园的教学计划是渔民会主力推动的计划。我们目前在全台湾有20个班在做这样的示范计划。有20个班是。那台湾国小是我们其中的一班。那这是经费是你们补贴的？全部是渔民会负担的，包括他的主语教保员的薪资，还有他的教材发展的费用，包括孩子们的学习的费用，都是渔民会来负担。那为什么这个对外自己宣传说是校长很努力？我不晓得校长怎么宣传的啊，我是看到媒体报道啊。那这样的结果，那我想请教啊，那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语的这个考试参与的人其实是降低的？是不是降低的？其实是因为现在12年国教免试之后，国中学生过去他们要取得的那个认证测验的成绩才能够获得加分的优待。那因为现在免试入学之后，很多的国中原住民孩子，因为他不需要再透过会考的成绩来升学，所以他们会降低他们参加认证的意愿。所以因为有其他的诱因不足，对，好，但是整个族语可以使用的这个比例有没有做过普查？我们有刚完成一个3年的调查计划，刚完成。那在5月底，我会把正式的调查结果做公告。就是说，所有的占台湾所有的原住民人口，他族语的使用的那个能力的调查，每个族别的能力使用调查，我们在5月底做正式的公布。在5月底，到时候给本席一份了哈。好，没问题。其实我是非常关心，我认为说这个一个族群的认同跟他的文化语言其实最重要了。我们已经有几种语言是像塞夏语啊，已经是濒危语言，叫做什么？濒危语言，濒临危险的。濒临危险，对。能讲塞夏语的还有多少人？这个资料要回去做调查，因为那个我们那个调查报告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那其他五个族语也是极度危险。我们现在有大概是10个语别是属于濒危语言。对，好，这个当然是酒局下半了啊。酒局下半，过去也看得出这个主委在原住民事务上的相当的努力了啊。我们希望说这样的基础。继续来推动啊，这个虽然不当副主委哈，还是可以协助一将八路儿，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德虎委员，林德虎委员不在，那么所有登记化验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都已化验完毕，行答结束。委员徐正卫、陈超明、郑天才所提书面资料，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所委员所提执行未及答复部分，也请另以书面答复。原住民基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另定期继续审查。现在处理临时提案，总共有6件，请先读。委员郑天才。等5位委员临时提案第一案，花莲县政府为保存原住民族文化及推展提升原住民族产业，特提出原住民族传统艺术风雨计划，其能结合光复乡马太安部落及周边花莲原住民产业推广中心，保存及传递原住民族文化，传承传统艺术，发展观光及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原住民族青年回乡。本项计划对原住民族及花莲县
都具有重大意义及效益，业经原住民族委员会105年4月1日函询主计总处表示意见，主计总处已于105年4月13日函复原住民族委员会，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尽速将原住民族传统艺术风雨计划协调国家发展委员会同意办理，必力本计划早日通过并如期推动，注意地方各项发展。委员郑天才等五人临时提案第二案，依据104年6月24日修正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规定，以明文授权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需订定原住民族土地划设办法等3项执法，必力该条文之落实执行，为原基法第21条修正公布已逾6个月，除资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办法已于105年1月4日订定发布外，应订定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划设办法及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损失补偿办法尚未发布，鉴于中央行政机关法制作业应注意事项第16点规定，对于应订定之法规命令于法律公布施行后6个月内完成发布，原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依前阶规定尽速订定发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之公有土地划设办法及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损失补偿办法。委员郑天才等五人临时提案第三案，依据104年12月16日增订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条之一规定，为促进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发展，部落应设部落会议，部落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者为公法人，部落之核定组织部落会议之组成决议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为原基法第2条之一修正公布已将届6个月，迄今尚未发布相关执法，鉴于中央行政机关法制作业应注意事项第16点规定，对于应订定之法规命令于法律公布施行后6个月内完成发布，原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依前阶规定尽速订定发布部落法人核定与部落组织设置办法。委员古拉斯等三人临时提案第四案，请原住民族委员会重塑启动及执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第一项之同意权机制。二，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于1个月内提供原住民族基本法施行以来其他机关或私人函询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之相关案件回应及根据处理处置作为。三，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于1周内简送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争议事项审议小组成员名单。委员古拉斯等三人临时提案第五案，一，请内政部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邀集相关民间团体及族群代表，研议修正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第4条第6款原住民族岁时祭仪之日数，比照同条第1款春节放假3日。二，请内政部于1个月内提出研析意见及影响评估。委员陈颖等四人临时提案第六案，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8条第1项规定，直辖市及辖有原住民族地区之县，其直辖市县政府应设原住民族专责单位办理原住民族事务，又原住民族委员会原名宗字第104-003-50762号函核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8条第2项所称之原住民族专责单位，系指直辖市及县市政府之组织法规定，以原住民或原住民族事项为其主要掌理事项之一级机关或单位，为苗栗县政府依苗栗县政府组织自治条例第8条规定订定苗栗县政府原住民族事务中心组织规程，
设置原住民族事务中心，属于二级机关，以符合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所规定无效之情势，原要求原住民族委员会立即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函告苗栗县政府，另要求苗栗县府依原基法第八条之规定，设置属一级机关或单位之原住民族专责单位。宣读完毕。好，那个主委你也看一下文字哈，我们一个一个按。来，那个第一案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第二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主委你那边有问题都要提出来哦哈。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三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第四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五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哈。第六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那个主委您上，哪几个字要改？这个第六案的部分原则上我们全部都支持，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建议哦，陈委员能不能在倒数第四行第四行这里面原要求原住民族委员会立即会商内政部以地方制度法，我们加几个字会商，因为这个地方制度法是内政部的事啦。好，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行为不一定哦，没有立宪政府会听我们，那我们就修正，还是会商内政部啊，会，我们会跟那个内政部啊就发函，对，哦，好不好？没关系，就修改文字就 OK 了。对，修改文字，对，我们就加这几个字了。我们会上内政部，我们发函过去。好的，好，那我们就修改哈。好，对，文字上就这几个字。你知道那个修改文字，你看就。会上内政部。还要再念一次吗？不用吧。好啊，哪一个部会有意见？哪一个案子有意见？那改成会商有意见吗？会商，但是因为这个其实涉及到原基法的解释，所以基本上原民会要认为是违法，因为当时送备查的时候，原民会并没有认为它违法，所以我们当时是准予备查。没关系，你们就会同，你们看怎么样，要怎么去开会，我们都没意见，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现在认为有问题可以发。没关系的，那个你们要怎么发？反正就两个单位去处理嘛，哈，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需要再加法务部。什么？还要再加法务部啊？对对对，因为它涉及到法律。想办法让原民会发不成，是不是？不是，因为它是当时就是其实包括我们原住民。好，那就再加三个那个法务部哈。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来。那没有其他的嘛，哈，对。那我们就散会，好。今天会议到这个时间散会哈。谢谢。房间改一关了。你这个话，我到下面去听到，然后你下车会上好了，这样提案的话，我们会了解情况，好吧？因为他们是苗栗还在讲。那时候在，因为我们国语状态过，我就答应他。对啊，可是后来我记得，谢谢，谢谢哈，谢谢。没有错。是啊，因为现在就是有人在提的话，表示说是不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违法，所以他们一直在督促我们在召开这个会议，没有关系。意思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在召开，对。如果你想要找内政部过来，我一定会找内政部。对对，没有问题。内政部嘛，那我们多加几个。对，但是就是这样子啦，因为对，因为那个细节这边，对，没有关系。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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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有特例，你从地方制度来看也对，从原基法看也对，但是就是从以前。啊，如果说我们以前发生没有违法，说不定我们现在地方再发也有可能会违法。对啦，对啦，因为是真实意见，所以我告诉你，现任的苗栗县议员下一次选不上，会变上，而且原住民议员，因为这个没有把关啊，对吧？你是民意机关，你不能口舌，你没有什么要求，现管住不是这个啥病，你完全不正常。我们告诉你，他一定没有选上。好各位同仁，因为过来是正常。就是这个层级在哪里，应该也是有的。
部你发现之后，再决定有没有需要。没有，其实是苗栗县问我们。所以我们才做。我们答复给苗栗县，跟他说要一直要一言既发。他其实不问我，我们也不想讲，是主动问说。对，他主动来问呐、啊。我就说是。他们我们也本来想主动发，因为有的一级机关，有的一级单位都答应下去了。好，谢谢 ，OK， 谢谢。您在第几？第几？好，没来没。好。中了。好，这次来了。好 ，OK。谢谢。对啊，所以现在是卡在中间了。对。所以我们尽量小看他，尽量小看他。到时候苗栗县也。